角度来。
好，我们继续啊，开始开会。我们是三天一次会啊。我们现在请我们议事同仁宣读讨论事项。讨论事项：审查中华民国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财政部国库署财政咨询中心税出预算部分，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请财政部张部长来做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大院今天审查财政部、国库署跟财政资讯中心三个公务机关的102年度的税出预算。有关财政部主管的收支预算的编列，在前天10月29号已经做了详细报告。那今天我就审查机关的税出预算的编列情形摘要报告如下。财政部的部分编列了206亿3077万6000元，比101年度减少了41亿9694万2000元。主要的减列项目，第一个就是国有土地跟建物作价投资台湾烟酒公司的25亿1000多万元啊，这个减列。另外，暂缓续编补助行政院公营事业民营化基金的20亿元。另外也增列公教人员保险养老给付补助3亿多啊。那详细的内容啊，从这一共下面有8项，我举几比较大的讲几报告几项。第一项就是公教人员保险养老给付的补助有196亿2496万元。那第四点是对亚洲开发银行11期的基金的捐助款有1亿7350万元。那第七项有人员维持会3亿多啊。那第八项是基本行政经费有1亿5000多万。那第二部分是国库署编列了1391亿4599万2000元，比101年度减少了3亿5395万元。主要的减列项目有，第一个就是债务付息的支出，减列了8亿5541万8000元。那么增列了地方政府统筹分配税款短少的补助有4亿6560万元。那它102年度编列的主要内容啊，这里有列了7项。那比较大项的是国债付息跟经理经费有1292亿4858万2000元。那这个细项哈，那请各位委员参照书面的1到4啊。那第二项是拨补地方政府统筹分配税款短少的补助89亿元啊。那另外失业烟酒查缉经费2亿多啊。那公益彩券回馈作业1亿多，人员维持会3亿多啊。那其他的细项请各位委员参考。财政资讯中心编列了18亿4448万7000元，比去年减少了7亿2367万6000元。那主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赋税资讯整合再造的更新计划，一共有6亿7386万元。另外是要推动电子发票应用计划，有5亿7111万9000元，人员维持会4亿多，基本行政经费1亿6000多啊。那以上简要的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支持，谢谢。好，谢谢张部长。我们来介绍我们在场的委员跟与会的首长啊。首先介绍罗明才委员，来介绍吴秉睿委员。刚才报告的张部长就不再介绍了哈。这个我们会计长肖嘉琪，肖会计长。关政司谢副司长，政风处徐大光处长，人事处林能静处长，统计处叶满竹统计长，树院会这个彭执行秘书，也兼代法规会的执秘哈，税制委员会的郭执秘。总务司我们代理许司长，
希望尽快征除吧，不要带代理了哈。国库署的林署长，北区支付处的郑处长，财税资料中心的苏俊荣主任，财税人员训练所的郑志珍所长，行政院主计处这个我们公务预算处的专门委员陈专门委员，财政部国有财产局的周厚杰局长，全序部退抚司的陈副司长，财政部关税总局的饶副总局长，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的曾参事。好，谢谢哈。现在我们进行询答啊，每位委员我们依惯例八分钟，得延长两分钟。我们上午十点钟做截止的登记啊，现在请第一位来。好，第一位，我们现在补充介绍进来的许天才委员，我们请许委员开始咨询。谢谢主席啊，请教部长。好，张部长。徐院长。啊，这个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的业务啊，转到你这边来了。对啊，是。编多少钱？就明年就编6000多万。6000多万，对。人员呢？人员大概正式人员十几个人，总共加起来20个人。是一波进来还是原来调度的？就原来的人员全部过来。不是，是你们财政部原来的人员。不是，全部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全部照单全收，再花承受。照单全收。那你有没有检视他们的职能啊？报委员，这个就是。组织再造嘛，现在就在那边运作了，我们就是移拨过来，就这样。是啊，现在你是部长哎。是。哦，不是来跟原来一样啊。是。所以我要问你啊，预算都编了，但是你承接业务准备好了没有啊？告诉我以前的那缺点，他们做的缺点。就是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哈，促参。然后民间的合作那个部分量要再继续增加了，那另外要再去招商了，这些东西要加强。有没有检讨？检讨报告没有付过来。是，实实在在造假的啦。而且啊，如果你没有一个改革，你对原来的问题如果没有加以了解，那过来以后你更生疏，好，变成三不管地带。原来了解的人不在他那边，管他。那你新接的要慢慢观察他的这个这个绩效，现在就一恍惚就有好几年了，所以要问你新承接业务你准备好了没有？我想促进提醒一下啦，我知道一定没有的啦。台湾的官员哈，我看个清楚啊，我今天带我没这样摸啦，不能怪你了，你也是被赶上去啊，你当财政部长也没有准备啊，忽然间叫你来啊，所以今天丝毫没有跟你闹鬼，的意思，是提醒你承接这个业务，这又太重要了，积极跟消极啊，差18000里，10000里耶，你了解跟不了解差很多哎，多少商机都是被政府把它挡回去的，真的是这样啊，台湾处处是投资机会啊，因为落伍嘛。国民教育程度高，但是呢，资源闲置，就是政府无能。所以这个时候，只要有为的人，放对的地方，发挥的功能，整个都活络起来，资源整个都动员起来，这最简单啊。所以台湾的总统最好当，如果他真正是一个贤能者的话。但是台湾的总统最难当，如果他本身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只懂得选举，只懂讲好听话，一些应付人的这个方法，连拍卖自己的领带拍卖出去的都不交给人家，这世界上找不到一个，65亿里面找不到一个，就只有台湾这个烂到这种地步，
好，第一点了啊、哦，所以啊，叫我咨询啊，这个还是要勉励自己，不要生气啊。你业务计划新接过来，要向财委会提出这个预算，你应该把你的承接业务的所有的计划、好、展望，通通交过来。你都没有啊，你都没有啊、哦，这是在世界啊各国审查预算的时候看不到的情形。那问题出在那里呢？问题出在我们这个行政院主计总处，他这个的编审编制办法没有法制化，所以我要怎么编就怎么编，我要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哦，预算编制有预算法，但是预算编制的标准程序、作业规范，通通没有法制化，这也是一个民主国家世界上几乎没有的。这个独裁国家有的，所以我们这是国会吗？这是民主国家吗？这也是一点。但是这些所有的后果，最后都落到你财政部来。好，今天债务这么严重，来国库署，我现在不问部长了，来，请国库署署长来。林署长来。好，请部长回座，谢谢。好，部长请回。七人好。啊，财政部已经知道，在未来几年之内，至少十年之内不可能偿债吧？也就是说，这个未偿的债务余额在未来十年内都会不断提高吧？这个整个债务如果你不认同的话，告诉我，你未来十年内如何不让你的未偿债务余额不提高？最第一个嘛，以债养债嘛。所以你该付的利息逐年提高嘛。第二个，潜藏性负债，慢慢的、逐渐的浮现，逐渐的要兑现嘛。潜藏性负债逐渐的要兑现嘛，改革无方嘛。好、哦，还有这世界最不老实的政府啊，好、哦，不把这个债务接束清楚了，那你国库，你这个国库署，最后是帮人家挤债的，啊、哦，所以要告你，要请告诉本席。各单位不老实把债务揭发出来的、揭示出来的，你掌握多少？有没有去查？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公共债务法的规定呢，它本身所要揭露的债务呢，就是我们国库署这部分举债的部分啊。嗯、那其他的，因为有自偿性的债务，本身是不用计算在这个。这不用你讲啊，你不要跟我上课啊。不是，我是跟委员说明。对啊，这浪费我的时间呢、啊。那。因为目前揭露的就是我们国库该这个未来哦，未来确定必须实现，而且必须实现的是可计的啊，可以用金额表示的，那都是要揭示出来的吧？那部分主计总处呢有揭露在所谓的所称的这个潜藏债务没有啦，就没有啦。嗯，就是说未来那你国库署要掌握啊，你不能说啊。这个一年一年啊，一年一年混啊，哦，今年这个该付多少啊？那今年再编啊，你未来偿债计划都没有啊。那未来偿债计划最基本的说，未来的债务可能的情形，好、哦，你都没有掌握啊。依照公共债务法所举荐的债务都完全在我们。我在问你给部长听了，不能用的就换掉了，好、哦，这不是部长要主动去找的啦，这底下跟你报告的，所以你才会在。我该闹亏吧，大家都跟你怄气嘛。你说我们我们的债务尚属稳健了、啊，哦，全世界都笑死，尚属稳健，只有张部长讲得出来。那为什么？因为底下人都没得差的呀。好，一天混过一天啊。好，你把未来这个偿债的情可能必须应付的这些偿债的情形，你中长程计划提出来。不要说你要如何这个降低债务、解决债务，就说该付的钱、该付的账，假设情况怎么样，假设情况怎么样，要估计出来啊。都没有嘛，所以一天混过一天啊，一天混过一天的结果是什么？有一天来不及啦，来不及就两手一摊，好、哦，天下大乱，啊、哦，有钱的人跑掉了，好、哦，没钱的留在这边哭，那就是比希腊，希腊还有欧盟哎、欸，我们没有了，所以今天哦。所以你答不出来了呀，资料拿出来了，不要答那么多，资料拿出来了。
不是，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说，这个整个举债的部分啊，整个财政部可以掌控的部分，就是依照公共债务法所举借的债务的部分，那是属于我们整个这个国库署财政部这边可以掌握的部分啊。那潜藏债务并不是公共债务法所规范的一些这个范围，那目前主计总处也有做一个适度的揭露，那这个潜藏债务并不是当期马上就会实现，所以都会透过这个整个预算的编列呢。那如果当年度需要资源，潜藏性债务有各种潜藏性债务啦，好、哦，里面还是有很多、哦，有些是你必定要哦偿付的，只是好、哦、公共债务法好、哦、没有明列，没有要求明列哦，但是还是要给付的啊，好、哦，那你不说我只管公共债务法。你是公共债务法的这个执行负责单位没有错，但是你是国债啊，国债不只有公共债务法，你像那些这个债主、那些债务债权人说，这个不是这个公共债务法所规范的时候，有不用还吗？你可以这样讲吗？因为那部分你可以不这样讲吗？不是那部分所谓的潜藏负债哦，该拨给健保局的，你没有拨，好、哦，没有拨，所以你就没有负债吗？对，潜藏负债本身就是它还没有构成负债。但是你国，你还听不好？你负责国债的管理，这些资料统统你要掌握嘛，要告诉我嘛。这个你为什么老是用公共债务法来跟我搪塞呢？不是跟委员报告，其实潜藏债务本身，那很多国家没有公共债务法，那就再不用还啦、啊。国债就不用管理啦。潜藏债务在主计总处，公共债务法是本席跟彭白贤委员当时看到政府这么的慵懒，哦，昏庸懒惰，所以才不得不弄一个公共债务法。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会潜藏那么多，那个时候修没有把它修出来，因为那么说跟蔡椒啊，哦，1993年的蔡椒啊，这个都有揭露的。好，时间到，时间到没有关系的，国家不要亡就好了。啊，谢谢委员。好，感谢哈。哦，接着请林德福委员。主席，张部长，还有各位同仁。啊，与会的各列席官员，是不是请张部长？张部长来。哎，林委员早。啊，部长早，部长，我想我们台股哈、哦，十月以来持续的下跌哈、哦，那相对国际这些主要的股市啊，当然比较起来，台股是跌得最深哈、哦，那成交量也是萎缩很多。那请问你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环境还是这个异常的市场环境？鲍委员观察股市哈，可以跟国际比较，然后趋势的比较啦。是。那如果说就今年一到十月跟去年的一到十月来比较哈，那我们跌的大概25%多，跟国际来比较没有到最深啦。没有到最深。所以这是国际大空头啦，老实讲啊。这样哦。对，因为日本、上海证券这些跌的也很深啦。这样哈、哦。是。部长。因为哈、哦、那个媒体啊报道整个国安基金哈、哦、已在密切注意哈、哦、整个台股的走势，那公股银行团呐、啊、也天天进场哈、哦、那来挽救股市的这个流动性。那请问您认为公股行库，你认为可以救得了我们的股灾吗？报告委员，事实上哈、啊、维系股市健全的各项的工具哈、啊，事实上都准备着好了，哎，事实上我副院长都有找我们金管会的一些工具，全部都准备好了。那公股银行现在是买超，外资也买超，那我们都有观察指标了。观察指标大概都，你看第一个指数还在10年均线以上，然后呢，成交量也还在500亿以上，这些观察指标。500亿以上，你认为？不是，就是说观察指标还没有到您所谓的到危急啊，要赶快国安基金出场，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说，国安基金以到目前为止讲来讲是，上次剩4.5亿，
所以说其他就没有再进场了，是不是？事实上有其他的，因为报告委员他是一步一步来的啊。国安基金应该是一个下猛药的一个做法了，但其他的前面还有一些做法在陆续了，比如说公股银行先进场，然后呢，金管会一些。那公股银行它算不算是也因为？国安基金里面有一些也是从银行里面，那那是借的，那是两回事。一个公股银行自己买的，是他自己的营业行为。哦，那所以说财政部也是要求公股银行先进场。我们有都有回报，每天都有回报。这样哦，对。那个因为行政院也请金管会和就您刚刚所讲的这个副院长啊，请金管会和财政部近期内再提出救市的一些政策工具嘛。那请问您认为哪个政策的速度啊？能够让无力的这个股市哦，这个发挥及时的收效的目的。鲍委员，如果整个国际环境没有改善哈，所以我就说我们的工具投进去哈，怕没有效果，会变成说那个子弹就打进去就跟沉落水底一样了。所以这个东西哈，一定要看那个时间点很重要。整个国际股市、国际政治没有好转，如果我们就大笔投进去，那就沉下去了。到最后真的要落底了，又没有工具了。所以工具是一步一步，跟下药一样了。哎，先简单的，到最后再下猛药。这样哈、哦，是部长有一步一步。我想四年来哈、哦，对于整个推动安全认证、优质企业 AEO 啊，哦，尤其是什么报关业啊、承揽业的这个态度是全面支持，哦，那。还是现在这个仍然有反对的声音出现。AEO 事实上推展的非常的顺利哈，大概有140几家了吧。那这个 AEO 我们在最重要的是要跟其他国家相互认证了。如果其他国家也跟我们认证，说我们认证的 AEO 他也认证，那通关就非常方便，对国际贸易对业者就很有帮助。所以我们在推相互认证。那个我请教，那个对这套认证做法。对民间相关业者到底有没有一些负面的冲击？其实啊，跟委员报告那个认证的做法跟我们请国际机构来认证 SOP 啊那个什么 ISO 认证是一样的啦，它有一套的流程啦，你只要符合这样的流程通过了就给你认证了，那个模式相当啦。那个部长，我想媒体报道说海关现阶段正积极推动安全认证这些优质企业，就是 AEO 的这个作业。那到今年年底，预计将差不多200家的业者来认证。那请问这200家，这个占我们整个企业哦，到底它的比例啊，大概有20%多？当然很少了，因为我们大上市上柜的目前差不多有2-3千家嘛，3000家左右。这个是目前推动200家，但是我们推动的是贸易商了，进出口比较频繁的，因为它要通关嘛。所以说它的比例还是很少，很少很少。那海关说导入 AEO 有利整个国际接轨，当然追求这些这个贸易的便捷和安全。那请问会不会要求全部的这些业者啊都来加入认证？会不会有做这样的要求？如果能够越多，对国家的企业、对经营者帮助越大。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这是国内的优质认证，是对国内的通关。那如果我们相互认证的国家越多，也越有帮助。这是两面的了。一方面我们自己认证企业的家数多，二方面相互认证的国家家数要多。因为这样子哈、哦，你其实站在财政部立场是尽量鼓励他们来加入，这个优质企业就是 AEO。是。因为多的话，我相信它的效率可以提高。要是没有加入的这些业者，到最后会不会淘汰啊？淘汰是不会，他就是目前没有，目前国际贸易照样进行，有加入的优质企业，他通关那些就很方便，那对方国家也认证，他通过那个国家也很方便。这样哈、哦，他就降低成本跟降低就是便捷啦，又安全，就是这样。部长，我想那个陈院长说，如果公债法，这个修法来不及，恐怕要编列特别预算哦，那排除举债上限，但他强调。这需要审慎考虑啊。那请问公债法目前啊所面临到的是哪些困难？所以说整个法案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送到行政院。跟我们报告，主要的其实就是六都哈、啊，包括桃园准直辖市六都，它个别在线的订了。因为过去只有2个直辖市，它加起来在线就差不多5.4了。可是现在六都加起来差不多才7点多，7点多要给六都来分。
但是个别在线的订定，那目前差不多已经完成了。但你认为我们明年是不是会编列特别预算？明年？我想行政院在加速，看看这个礼拜或下个礼拜院会，如果一通过送到大院来，就可以审查了。那个部长，因为为配合地方的改制哈，重新检讨地方在线的这个架构，以赋予升格直辖市后，这个在线的这个范围哈，规范，那目的当然是，并不是说要扩大来举债。那请问财政大饼就是这么大，那在线架构调整是不是意味着有部分县市会遭到排挤？会不会？报告委员，这次公债法的调整哈，也大概有两大目的啦。第一个就是跟国际接轨啦，我们过去用前三年 GNP 嘛，这次大概要改为跟去年的 GDP。国际上是用 GDP 接轨。第二个就是因应五都的改制，加上准直辖市六都，那其他的没有改制的县市乡镇大概不变。那会不会让城乡的差距会越变越大？不会，其实那个只是融资的余额而已啦，没有影响这么大。没有影响。是是。部长，我想中央哈，从97到101年度，已分别编列200亿啊、200亿、220亿、240亿以及340亿，作为改善县市债务的这些专案补助及县市哦平衡预算以及这个小款专案的补助。那请问如果通过公债法后，那这些针对性质的这个专案补助额度啊是不是会增加？报委员，这是过去的，就是用来帮助地方还债的啦，已经下去了。那未来就是我们编一个可融资的余额啊，有定一个在线是管理它债务的融资的余额了，并不是说要再给他补助，补助是另外一件事，公债法没有涉及到补助这一件事了。那个是在线，对，第一个在线。那个张部长，因为最近当然其实有很多股民一直希望说，我们现阶段啊，现阶段我们这个正所税啊，因为实施以后当然有一些受到冲击啊，那难免心理上的影响。他们是希望说，既然正所税以现阶段来看，事实上是收不到，那正交税哦，其实也递减哦，因为到今年年底可能只有超过700，顶多是700多亿的，哦，那个落差跟1200多亿差了超过400多亿到500亿，哦，那既然收不到税，哦，大家的看法就是说，是不是哦把正所税看是再缓两年哦，让整个股市回温哦，或是让这些股民啊更有信心哦。其实既然收不到税，为什么要把它框在那里？这个其实对整个财政来讲，你既然收不到税，你框在那里意义不大哦，又影响到整个信心的问题。所以说部长你有没有考虑啊，缓个两年或者是一年哦，那其实这是活的啦，不是一定把它设限设死。你看完呢？鲍委员，事实上这些问题在过去几个月正所税修在建制的时候大家都讨论过了啦，事实上就是把它的影响已经冲击到最小了。上市上柜公司要8500点才课哈，事实上明年后年大概都如果没有到8500点以前几乎都还购，没有影响，那个是心理层面的影响而已。对啊，那其实也是一个信心问题啊。那既然但是这样子哈，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正所税的建制很不容易啦，都还没有上路。那如果说事实上现在股市的影响因素不是正所税一个因素，如果正所税因为这样建制这么困难又没有上路，而缓了以后股市也没有好起来，因为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如果没有好转也没好起来，那这个制度的建立就有点可惜。不想不妨哦，研究研究了好不好？谢谢谢谢。好好，感谢哈。第三位我们请孙大千委员。好，小帅哥来。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官员，大家早。我是不是请张部长？好，张部长。孙委员长。张部长您辛苦了。我想在礼拜一的质询的时候，我已经跟部长报告过哦，我们打算正式在立法院提出联署，针对正所税的课征方式哦，我们来做一点调整哦。那么调整的方法很简单哦，为了让股民过去的疑虑能够降低，为了让政府实质上能够征到应该得到的税负哦，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用救援扣缴的方式把正所税明定在0.5%，那么跟正交税合并来征收，那么把原本的相关的正所税的条文把它全部做一个删除的动作。那么我特别要来跟部长来沟通的几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当时这个抛出这个讯息之后也引发了外界很多讨论，很多人说正所税还没有上路就要夭折了，我一定要公开驳斥这样的说法。我们没有废除正所税，我们也没有要求缓科正所税，比起在这段期间很多要求缓征正所税的声浪，其实坦白讲我们还是坚持正所税必须存在的。而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修正案，只是顺着当时财政部的一个概念，也是我们当时共同的一个默契，就是正所税先求有再求好。那既然正所税已经有了，也许还没有立刻上路，但是当然修法也必须要有一段时间哦。所以既然已经有正所税存在了，我们当然能够有这个空间就现有的正所税的苛征方式、苛征税率来做一个讨论。所以我也希望外界在讨论这样的一个修正案的时候不要赋予太多的政治意涵哦。这样的修正案没有要炮打任何人，也没有要为任何人护航，更没有要违背什么公平正义的大旗。反而我今天要公开的说一句，什么叫做公平正义？磕得到钱的才叫做公平正义，磕不到钱的不能叫做公平正义。如果磕不到钱又让股市萎缩，让国家蒙受损失，这更没有资格叫做公平正义。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来跟部长就教的是，我这段期间也特别研究了一下我们中华民国磕税的方式。很多人讲所得税就一定要先算你有多少所得，算多少扣缴额，然后呢这个收入跟扣缴额这个计算一次，然后再用税率相乘，这叫做所得税。可是我发现事实上财政部在磕所得税的方法并不仅仅于此啊。我们磕税的方法有好多种啊。我最近跟赋税署请教了，知道我们有查定磕税，我们有核定磕税，我们有复查协谈，我们还有推计磕税。我们磕税的方法有很多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复杂的磕税方法？是因为有很多所得税的计算的过程当中是有困难的，政府没有办法每天站在那个小吃店门口拿一个码表来算说这个小吃店到底进来多少人，政府也没有办法每天去帮这些小吃店算说它到底实际上的成本是多少。所以我们在很多苛征的方法当中，为了减少民众的这个繁杂的报税程序，或者是降低我们报税成本的负担，所以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苛税方法。但是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要苛得到税。所以我今天特别要来拜托部长的是，我今天提出这个修正案没有要让正所税倒退撸，也没有要让正所税夭折，更没有要让任何人没有面子。如果正所税已经上路了，我们身为一个立法委员，我们本来就有这个职权跟这个责任把一个已经上路的税制把它修得更臻完美，把一个已经上路的税制让民众能够降低他们的疑虑，让民众更能够接受。我相信这也是当时部长您在临危受命接任部长的时候所提出来的，我们先求有，先求反弹到最小，我们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再逐步修正。就算我这个礼拜完成了正所税修正案的联署，经过立法院整个的修法程序可能也要到明年一月了，这还是最理想的状况。如果有人要送朝野协商还要等到下个会期了，也就是说正所税上路了没有？上路了，明年一月一号就上路了。所以我特别要拜托部长的是，希望行政部门能够了解，我们没有要暂停正所税，我们也没有要暂缓正所税，我们也没有让正所税夭折。我只是提出另外一个思考的模式，我们大家想一想，与其一个收到钱的正所税，部长您自己告诉我您的估计，最好就是50到100亿，我的版本可以收100到200亿，足足是财政部现行版本的2倍。以今年国家正交税最糟的情况，我们收600亿的正交税来算，0.5%可以收100亿的正所税；以过去1200亿的正交税来算，0.5%可以收200亿的正所税。一个50到100，比较我100到200，哪一个方案能够让国家带来更多的税收？
更不要讲到说今天股市的中实户对正所得税最大的疑虑，不是他们不愿意交这个钱，他们担心资产曝光，担心资金流程曝光，担心造成后来税捐单位不断的上门来，所以他们纷纷把资金撤出了。财政部应该去了解一下，到底现在有多少人开香港的户头，有多少人开新加坡的户头。我曾经拜托券商工会能够提供这个资料，他们说不方便。今天政府部门透过金管会应该去了解一下，如果今天国内的中实户跟大户都去香港开户了，都去新加坡开户了，当然台湾的股市没有量啊。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很沉重的拜托部长哦，我觉得其实我们跟行政部门的方向都是一样的，第一我们都坚持要有正所得税，可是第二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健康的正所得税，这是一个可以收得到钱的正所得税，这是一个不要收不到钱又造成伤害的正所得税，我觉得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所以我也很感谢部长哦，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也提到尊重这是立委提案的职权，那么我们会继续很努力的来推这个案子，但是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跟媒体来说明，这个案子没有要让任何人难堪、哦、不要解读成为说这个案子就一定是要炮打最高层，炮打党中央。我想立法委员提案没有这么多复杂的心思，身为一个立法委员，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职责。做立法委员拿国家跟人民的公帑，我们就本来在本身的职责上就应该要尽力而为哦。所以这一点我特别拜托部长好吗？谢谢部长。谢谢。部长、哦、请回答。啊、哦、谢谢。啊、哦、谢谢。是委员礼拜一也咨询很多了。事实上委员这些观念哈、哦、在过去几个月的修法过程中几乎也都讨论过了。也有人提案。所以现在说八月八日刚这个版本刚通过，委员在提这个案哈。哦，如果说你说税收会收更多，我怕说这个是更严了。为什么呢？所有的股民几乎全部一律要缴了，而我现在通过的版本是8500点以前是先缓课的，所以我怕更严了。其实部长，我想要救股市哦，必须要对症下药。现在的关键不是交税的问题，其实你问大家，大家都愿意磕这个税。现在问题是你要让他怎么样磕这个税，让他降低其他的疑虑。我还是要再三强调，我们要救股市必须要对症下药啊，这是我要拜托部长的。那么第二个我要拜托部长的是，这个法案如果联署成功能够送进程序委员会，也拜托部长代表行政部门不要要求执政党挡这个案子。因为我自己是执政党的立委，我当然了解行政部门对任何法案如果有意见，在程序委员会就会挡下来了。我只拜托财政部能够让正所得税有一个健康的公平的讨论的空间。我觉得讨论完没有过算了，但是至少不要让他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因为既然部长您讲过是先求有再求好，什么叫做先求有再求好？就当他上路之后，我们本来就可以逐步来做修正来讨论。那至于我最后要讲一件事，您讲到说要让他上路，其实什么时候上路？真正磕到税是什么时候？是后年。是，所以如果我们要等到后年，我算给您听，今年就先少收了512亿，明年减列310亿，加起来到后年还不确定能不能够收到钱，先少收800亿。所以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8500点是门槛，到后年如果还没有到8500点，那你还不知道它的成败如何。所以这样子拖下去哦，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就这个税制来进行检讨？我觉得那是无穷无尽的拖了。所以我只是拜托部长说，能够执行您所谓的先求有再求好，既然有了，那么在整个修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可以用开放的心态来面对所谓先求有，就是先把制度上路了。目前所有的执法规哈，我们今天到昨天我才批最后两份执法规，执法规全部建制了。接着我们向建商先导，要建制相关的系统，这些东西哈，委员又立刻提案出来，就是不确定了。我是认为哈，上路就是说让现在通过立法的先让它运作一段时间，所以委员有没有必要在这个会期了？对，但是部长，我想这个会期就算提出来了，要讨论、要排进来、要通过，那要很久以后的事情了。那么坦白讲，会不会？我只问部长一句话就好了：台股还能等多久？这是希望财政部委员你讲的对症下药这四个字很好，就是说股市的症是不是就是这个症了？对，所以希望他不是，所以希望财政部真的搞清楚股市的症是什么。是哦，那么因为你现在去看看股市投资人，看看各方的意见，你就知道这个症是什么。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自己不要自己站在自己的办公室想，
去听听看大家的意见是什么，你就知道正是什么。第二，也要拜托部长，真的，台湾的股市可能等不了这么久啊！谢谢部长。谢谢，谢谢。好，谢谢孙委员，部长请回。接着请赖世宝委员。好，主席，各位先进，我们请一下张部长好吗？好，张部长。赖委员，好，部长你辛苦啊。那么今天早上主计总处啊，他宣布了啊最新的 GDP 的预测，从上一次的 1.6 多再往下调，第九度的下调到 1.05 啊，真的是大家安心的果然实现了哈、哦，就变成一步看起来要是变成是保一总队一样啊。这个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到底我们财政部有没有一些财政的政策来帮助一下台湾的经济啊、哦？外界看到的是我们的民间的游资这么多，动辄几兆几兆的，人民的这个游资这么多，人民的超额储蓄这么多，然后我们看到财政部是坐困愁城啊，你是坐在金山上面的一个不是富人还是穷人不知道，这个变成是好像财政部一筹莫展了、啊。我不知道你讲的那些。你有讲很多了，什么经济动能跟你有关系的，可是看起来都是，一点点一点点火花。现在来看，外面看到的是，真的老百姓的超额储蓄这么多，钱这么多，可是政府的建设都没有看到像样的大的建设，然后 GDP 再往下修，过去 GDP 上靠出口，现在出口欧债不行，欧洲不行，美国不行，靠的自救啊啊！你要不要回应一下，针对这个？GDP 成消那个成长率的预估再往下，这个财政部有没有什么因应的方案？有没有？鲍委员，事实上您刚刚讲的经济动能推升方案里面哈、啊，事实上全部都在进行中了。你看看，像拓展新兴市场的出口，那事实上我看了一下十月的第四周的出口又出来了啊。它是当然不是说特效药一下去就会好了。另外那个中间产业啊，就是说。经济部那个辅导中间产业核心技术的那个也在做，另外下午哈，银主委也会去中常会报告，国民党中常会报告，就是有关吸引台商回台的、归以回流，那个也在进行。啊，这个都跟你没有关系呀、啊！我知道，都跟你没有。我问你，财政部有没有做什么？有，你现在没有啊？我讲你啊，不讲别人、啊。我是在跟讲经济动能。你不是院长，你是部长、啊。我说在经济动能推升方案里面都在进行。那财政部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我们就是活化资产的部分。另外呢？活化资产没有啊？有都没有嘞。报告鲍委员啊，前天就标售了20笔的土地的地上权，卖土地，10几笔的土地的地上权了。啊，赚多少？20多亿啊，20多亿。对，很多、啊。我的意思说，不是这个在推动中了，一直在推动中，活化资产的部分哈、啊，在推动中。那另外呢，怎么样辅导？你的 PFI 一开始啊，人家就一开始我给你肯定两半天，我这么很怕替部长肯定的，肯定让人自打嘴巴。PFI 都没有看到什么，有那个嘴巴讲有了 PFI, 那个 PFI， 有一群案子，你跟我讲。现在 zero 在考虑长期零了 ，zero 啊，零。对了，还没林哥还没有嘛，还没有，对了，对不对？我对你抱以期待呀、啊重大期待啊！你光堆说面对这个哦，让别人做很多，他说我听你解读，百万主席公哦，财政部以外做很多，财政部都没有哎，没有其他那条。哦，我替你紧张嘞、啊。有了啊，部长，因为这个小没有了，有什么？这小小的啦，卖土地大家会做啊。因为在院里讨论哈、啊，是要先打造一个范例，那让范例成功了，全部再进去了。现在大概工程会以长期照护来先打造范例。长期照护可以啦，水处理啊，还有你像陆客越来越多的话，其实你们鼓励大家盖一些三星级的什么商务旅馆，你们财政部有什么财政？我请问你了哈、哦，你有没有财政措施？有没有财政手段？财政的手段，现在我告诉各位，我告诉各位委员，你的工具已经没有了吗？是不是？第一个减税的工具是没有了，不能减税了啊！因为税已经都已经很低了，对，已经很低了。然后也事实上过去四年也减了很多税，所以你就是等于正式对外宣布，任何委员想提案减税，通通没有了，因为都没有，是不是？因为轻税减政的环境，事实上台湾就是轻税减政的环境，台湾已经很轻的了，对，很低的减税的减税的工具 啊是没有了。那要现在发债嘞，发债嘞，
发债可以让民间的钱可以进来呀、啊。各位委员，我跟委员报告，可融资余额离债线3%多了，所以可融资有剩下3400亿。啊，那今年嘛，他、啊、可以发国库券啊，国库市场在这里啊，那是债了、啊，那是债，一年以下的，就税出的15%的部分了，流量的管制了，那今年也是到14%多了，所以工具啊，我要告诉各位，工具是哪些我都知道，那哪些能不能做？比如说减税是不能做了，发债融资余额、流量的管制也差不多到上限了，所以我知道从限制中怎么找突破，那限制中。现在不能加税，不能加费，不能发债，不能减税，能做什么呢？我们就国有土地跟民间的资金，就推促餐，推活化资产，推跟民间机构的合作，这个都在进行中了。部长啊，是，你要赶快要给我们，真的要眼睛一亮了，是，真的要眼睛一亮的情况，你一开始上面就讲 PFI， 是，我那个地就清楚了呀，张胜娥就想到 PFI，PFI 大家都知道 PFI 啦，啊，啊、哦，但是没有看到。一个什么大的范例啊？要一个 pilot， 对不对？一个大的东西，我就是财政部推出来的。委员，啊，人家下下给我，当然就是，啊、不然你就是说你看到的都是在孵蛋，你没看到了，就蛋还没出变小鸡了。事实上哈，事实上哈，讲一个蛋白，一个蛋白，好好一个肠造了，肠造污水处理了，海水淡化大概900多亿了，这三个加起来啊，953亿左右了。只是说还没有说，哎，马上哈，哎，已经。你讲这样，你敢懵啦？那几个年轻的啊，帅哥美女记者们呐、啊，你讲那个大家都没有 feel 啊 ，feel 啊，没有 feel 啊，没 feel 啊。你要讲一个有 feel 的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哪里盖一个大的什么东西，那种有 feel 啊啦。你讲这种哦，拢就啊，交晒了呢，就那个东西没有 feel 啦，要大家有 feel 哈、啊。好，谢谢。对吧？第二个哈、啊，有关于刚才你回答的。孙委员吧，最近在推这个东西啊。我个人呢、啊，我不知道你刚刚讲的，其实他重点是讲一个东西，说大家不怕缴税哈、啊。我先讲我的结论，我是支持你的观点的、啊、哈。可是你要让特别是股民们、股票市场投资者、参与者，他们放心说，你现在这一套不会侵犯他们的 privacy。他们是说怕你去给他们，刚才讲了，你去给人家查税，你去给 break in 人家的 privacy。是隐私的东西，所以他们把这个当作代罪羔羊了哈、哦。按你怎么回应一下？说你绝对不会侵犯隐私，你让大家放心。这个制度总是要推一下吧？你其实孙委员也没有什么错，他是好意了哈、哦。是。他即便成案到最后也是实施的，你这个制度也实施的，然后他可能以后才讨论到他案子，最快也是要、嗯、也是实施的啦。是。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们的制度，你的制度不会是一定会实施。我认为实人上一定会上路啦、嗯、上路之后，当然我们可以立法人的职权本来是可以修法嘛，任何法都可以拿来修啊，他当然可以修啊，他的权利啊，对不对？只不过为了你立场很坚定，很好，让大家不要有一种想说好啊，我们怎么样再想一下、这个，我们尊重他的提案，但是你要让人家。要市场上说，你的制度不会侵犯隐私，有没有这个东西？鲍委员，我们第一个哈，现在两套在选嘛。如果你选的是涉算，跟隐私没有关系。啊，上次要是你选的是涉算，就8500点以后用涉算，8500点以前当然不用讲了，8500点以后是涉算，跟隐私毫无关系。那接着呢，两年后落日了、啊，按10亿元以上才课税。那个东西，如果你按照我们现在有执法规。先进先出，然后一年三年那个方式来报，根本没有查隐私的问题啊。除非什么逃漏税，我们没有查说股市你的资金哪里来，根本没有查这个问题啊。好，所以你保证不会侵犯隐私啊。是。好，第三个啊，这个在这里我要先肯定一下你们的这个，今天因为有审到这个财税资料中心呐、啊，苏主任这个很认真啊。是。他讲一个、啊，讲一个这个电子发票啊。电子发票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国内电子发票开立的张数有18亿张了。我们一年大概81张的发票，占了1/4左右，这其实是不简单的了哈，不简单的。有没有讲一下这个什么时候可以超过50%？今年底大概就可以24亿张了。那明年，啊、明年这个东西哈、啊，就跟飞机起飞一样，啊、现在一上路哈、啊，就越来越快了。明年可以破50%哈。好。我不敢讲50了、啊、我就跟你讲，我要他们都有一个预算了，对，我有个提案了哈、哦。现在来讲，发票里面呢、哦，这个已经开立的很奇怪哦，
就是你们财政部的电子发票整个平台里面查不到明细呀、啊，没有明细，你给人家发票里面没有明细，一般来讲要给明细的，普通的发票明细你们给的没有明细，这一部分啦、啊，提案了、啊、要你们把它补起来，人家你们内部来稽核比较简单，你们现在都没有这个东西的，是有问题的哈。第二个，我们现在电子发票啊，这个你们要相关流程你要电子化，你像叫人家报税一样要纸本呢。是，这个东西不搭上去耶，就是你改革做半套啊，对不对？上面穿西装，底下穿内裤，对不对？变这样子。委员，这个、啊、委员这个都知道，这个在逐步在建制了，因为委员看到是已经完成的状况了、哎。完成的状况就是你讲的，就希望全部无纸化，电子发票送上云端了，企业也没有账证了。对，最理想。只要你发票的时候，你不要叫人家用报一堆的纸本，是，因为你这一部分已经推电子化，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要跟上去了。对，什么时候可以跟上去？委员，我跟您报告哈，综合所得税的网络报税是民国1987年我在北区国税局长任内担任的，推的啦。现在十几年了，全部就成功了。如果你用1987年来咨询我，也是今天你的状况了。好，那大概可以给我们期待吧。我们需要这个环境再把它建制起来的。新的观念哈、哦、很不容易，因为消费者你消费者问题、啊，你回答我大概两年内有没有可能？我们尽量两年内推到看看能不能。两年内了，你让大家来跟你配合嘛。我们也是电子，这样才鼓励大家建立用电子化啊。最后一个哈、哦，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哦，是你这个海外的基本所得啊，那个税额就55亿啊，可是海外的证券投资超过9兆啊。就代表你们对于海外，因为我们家那个最低税 ANT 啊，海外所得是放进来了，这一部分的勾机，你们是一个差很远的、啊。当然原因是可能你们全面性所得协定只有23个国家嘛，这一部分怎么办？报委员，所得税是第一个是诚实申报制了哈、嗯，那有不诚实的我们才会查了。第二个，海外的证券投资跟所得关联性不大了，他投资也可能亏损了。对啦，但是所以哈，这两个数字不能都在一起了。不，这个也预算中心把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写的有道理，就是主要还是因为你各个签那个全面的租税协议啊，签的国家太少了，我要强调这个重点。对，这些当然你要勾机很难、啊。这些事实上进行中的也好几国家了，啊，委员支持了，这个继续努力，这个不容易啊，谢谢。谢谢赖委员。接着请吴秉睿委员。主席，麻烦请财政部张部长。张部长，是吴委员好。今天早上主计处发布10月底的这一次的经济成长率的预估啊，大幅下降，从1.66降到两个月前的1.66降到1.05啊，下降了0.61%。这个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就代表经济在往下落底中了。落底还在往下落，对，对那还没到底，可能到年底我看就会落底了。照我看了，对，他这个预估数哦，真的是变成在保一了啊、哦，而且我认为会破一不到一了。为什么？大家才刚在高兴说哦，九月出口成长，那是因为比较基期比较低，因为去年台塑九月在这个麦寮发生大火，所以它的出口品都因此而降下来。那九月基期。九月的确也有稍微比较好一点，这个月又坏了啦。但是第四周哈，因为还没有公布，这是机密了。第四周又好起来了，就说前面三周哈有坏，第四但坏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第四周又起来了。好，但是我现在要问你一个跟你比较切身的关系，你今年的预算的税入哦，是有参考到主计处的这个明年度的经济成长率来算的，它不是只有公布今年的降到1.05哦。他连明年的也从3.67一口气降了0.58%，降到3.09啊，这样对你的税入的影响是什么？鲍委员，因为这也是他也是预估了，明年是不是3.09？我老实讲，他也不知道了，因为他三个月估、啊。你回答的这个问题都是一样，那这样讲，那这样主计处就不用公布公布数据了。我意思说，他三个月观察一次了，所以说说不定三个月后哈，就明年。所以这主计处多离谱，你知道吗？连九降啊，从4.58降到1.05，而且要继续往下降、啊。就三个月降，三个月。所以去年，如果你以去年来讲，去年度编今年度的预算的时候，是他的税入是用4.58来算的，经济成长率、啊。结果对今年实质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你今年的税入有办法达到预算的目标吗？今年大概应该勉强可以了，今年了，到目前为止来看了，勉强可以。对，勉强可以。所以那这个 GDP 的这个预估有什么意义？因为你去年是照 4.58 预估去编预算的，结果今年降到 1.05， 可能还不到 1.05， 还不到1，结果你说也还是可以勉强达成，那这样这个经济成长率的预估跟你们财政部的税收就没有关系啦。包委员，我们的税收哈、啊、跟经济成长率的关联性没有比较递延嘛，没有很大。哎，我可以把各年的成长率跟个税的关系哈、啊，我都有做表，关联性不大，关联性不大。啊，所以你在编预算的时候不用参考这个 GDP。 有些啊是当时就会关联的，譬如说当年的经济成长率高，当年的营业税、货物税、关税大概会高，但是呢。当年如果经济成长率高，当年的所得税要到后年第二年才会高，后年嘛，对，它的成长率哈、啊、有，所以今年的所得税能够操作，就是得利于民国99年的时候上市柜的公司，它的这个毛那个税前毛利是1兆7000多亿啊，那会分到个人来，那到了今年再课所得税嘛，是，但是不要忘记我提醒你哦，99年到100年的时候就一口气骤减了将近6000亿啊，5000多亿的那个毛利利税前净利，税前的盈余超就减了快要6000亿啊，是，所以明年的重所税不用乐观吧？看看明年的景气如果复苏哈、啊，它三个一季啊，三个月调整一次，可以调降，明年希望能够调升了，就说经济成长率会复苏了，经济景气啊会复苏了，啊，所以这个。这些数据的公布，就你的眼光来讲，都这个对你没有意义。就是每三个月的，他每三个月的观察。那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哦，你那个短期的一个月一年期的，你是有那个15%的流量嘛？是，然后最初的流量，长期的是不能超过那个存量40%是。但是你其实已经37点多了啦，是，你能够借的剩下2点多了，长期的剩2点多。今年如果照我们昨礼拜一审。是礼拜一，是。你记得我跟你提过吗？我认为你的正所税、正交税，你也超过你们的能力啊，这是我的看法。然后你的那个土地的那个资产活化的部分也超过你的能力，再加上那个重所税的部分也有隐忧，所以我很怀疑了哈。假设你的税入编了这么多，就最后实质达不到。虽然你在编列预算的时候是符合法定的规定，会不会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操作的时候就超过这个规定？委员是说进行超过40%跟15%这个流量的规定、你说举债是吧？是啊，不会啦，不会，那个是照预算来编的啦，不会。照预算来编，但问题是你如果用到一半真的没有钱呢、啊？譬如说你的税入短少啦，短收啦，那税出当然要增加不容易啦，突然有突然的事故，我们一定要受公债法的限制啦，不能超越啦，超越我们就违法啦。我没有错啊，但是我是说你本来你的理想，你在编预算的时候当然不想超过嘛，也不可能让你超过嘛，因为我们立法院会把关嘛，可是你会不会在执行的时候执行面上面不会照分配预算数，每季照分配预算数在执行的，不会了，我们有分配预算。 你说不会，你上次给我礼拜一列了那么多项目里面也有那个分配预算数执行只有30几%的、那你也有40几%的，像正交税就是啊，正交税光今年就短收了500多亿嘛，是、那假设万一不好的状况发生，好几个项目都短收这么多的时候，你的税入会短少很多啊。假设这种情况发生，会不会使得你突然之间本来编列预算的时候是在公债法定的公债法的上限之内，那为了实质的资金，最后不得已在年度中不是在审预算的时候就突破了，有没有可能这样的危机？当然，这是如果假设有这样的问题存在，那个时候一定要调整，譬如说我们调整的经费支出了，调整预算了。就是一些不该支用的支出哈、或者是延缓了，如果假设你那个状况发生的话，是啊，这个很容易让我们中华民国的财政到目前这个状况还很少了，还说执行到一半就预算就没有办法执行下去，好像还没有过了。我们是台湾目前的状况你也很清楚，我们都在这边讨论过，实际上财政手段都没有了嘛，因为举债都到达上几乎要到达上限，你能够举借的空间也很有限的，你是不是站在你这个财政部的立场，你应该要跟行政院很多的支出能够节省的部分要节省，要节春。像有的机关，
我举一个例子的哈，当然我不是个别批评的，有个县今年10月放烟火，放了22场啊，那当然看的时候很高兴，很漂亮啊，放完了什么都没有了。哦，那台北市以前的花博也花了那么多的钱，到底留下多少？未来还要办一个大型运动会，又要花几百亿，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如果说我们今天是有能力，我们今天经济状况好，我们财政状况好，花些钱来做一些这些事情，大家觉得也还可以。那如果你整个手段都没有了，大家都在喊穷了，还花了这么多钱在做这些事情上面，就不觉得这样子是不对吗？所以我们在推啊，地方政府的开源节流了，我们编的手。那所以我就是你说到这个，我就更气了，因为地方政府的财富平均实在差距太大。我刚刚讲的这个政，这一个地方政府，他有钱做这些事啊，但是别的地方政府穷到几乎连预算都编不出来啊。那还是要提醒那一句话，财政收支划分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不要重南轻北，忘记东部。台湾要平衡发展，要拉近城乡差距，把好的地方当作客厅，当作橱窗啊，其他地方当厨房，这样是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没有帮助了，也对全体人民没有公道。谢谢。好，谢谢，谢谢。好，感谢。接着请李议员委员。主席、本院同仁、财政部张部长以及所有的先进，各位媒体朋友，主席，是不是我可以请教我们张部长？张部长。保定你有你们几吹得了哈？有一口，有一口。这个呀，先请教一下哈，大概在未来的5年呢，按照审计部的报告，我们政府应该要偿付的到期债务有2兆2000多亿，这样的一个数字，在你的脑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吗？鲍委员，我们每年都按一定的金额来还债啊，像今年啊，比如说770亿啦，什么这2兆是怎么？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这个说101年有5517亿的债务会到期，啊，102年有4600亿，是不是林署长可以说明一下，可以补充一下啊？各位说明一下，就是到期的债务，102年。是3200亿，103年是4050亿。那这个我审计部这边的资料显然是多了1000多亿，但是，102年是多少亿？3700亿。3200亿。3200亿，好。103是。这个我们可以再 double check， 但就这边的部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这个短短的期间，是不是债务的偿还还是到期，它蛮集中的，这样是不是会排挤到其他政务的支出了？这是本席关切的重点，那是需要重新做债务的偿还的规划，或者是安排，还是谈判？我想这一点这一点就做一个提醒，好不好？谢谢你。再来就是有关这个公保这个前场的亏损哈，我们最近上次我好像也请教过部长啊，每年大概都是那么将近200亿左右，180到200亿之间的一个波普，就像这样波普哈。今年是192亿，去年是180亿哈，前年是174亿哈，这个部分是针对前场债务的拨补吧，部长。这个是民国88年修正的啦，就是过去的债务要由政府来全部负责了，以后的就是要自负盈亏了。那这个就过去的那3000多亿啊，我们事实上已经拨补了2800多亿，还剩下286亿了，还没有拨补的，所以我们就逐年拨补。这个部分呢，因为是法律这样规定，是，因为这么久以来，大家很多的委员啊，大概跨党派都关切所谓的前场债务，但是从我们行政部门都认为，前场债务在世界的各种政府的债务统计里面不列入啊。但是好像其他的国家也并没有像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制度来拨补，因为你说3000多亿那是一条钱呀，未来的劳保我们现在也是说要负最后的责任，这当然包括所得替代率的处理，包括这个提拨率的一个调整，很多的方面向哈，所以说无论如何这个总是钱呐，它某种程度我们不把它归为政府的债务。但是我们事实上是用立法来把它当成债务在拨补在偿还，这个在处理上面
不能够完全像其他国家一样说，哎，其他国家都没有列入债务，因为他并没有这样来处理。我想这一点在处理这个债务的拨补，尤其请发言，好像没有影响到很多债务的政务的推动，累积起来几千亿，其实也是一种很大的债务。没错，它逐年实现的部分就到预算来，就会影响我们的预算。好，所以就这个陈院长所指示，这个我们现在已经为了这个风暴，现在已经说明了，劳保的部分政府要负最后的责任，这一点部长你现在认同了吗？好像是明天还是今天在审，大概就是经过那些程序以后，政府负最后要入法了。啊，所以你讲一下这个，你敢没在讲？我认同。是啊，是啊，我认同。要入法就是认同、啊。因为第一次很久以前我咨询的话，你蛮弄爱工作这啊，就会造成今天这个风暴。所以今天已经有结论了，我希望就是说财经部会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社会保险的政策。是。当然，总体要考量黑旗。有。整个国家要去面对，愿意讨论，我们也支持。好，谢谢哈。我国捐助给亚洲开发银行总共捐助多少？捐助啊，这样啦，我这边资料是我们总共分期要捐助6.9亿，明年是分四年，分四年嘛哈。分四年，对。我们其他国家的捐助状况怎么样？鲍委员，我们大概捐助占总捐助额的多少？我们的分量是占多少百分比？这个我们的权利有多少？有没有相关的同？我们的占的股份大概1%左右了。嗯，1%左右。好，1%左右。对，1%左右。我们的股权呐、啊，差不多差不多。所以这是按照我们的股权来捐助的吗？对，股权呐、啊，我们占所有的亚洲开发银行嘛，对不对？大概差不多1%左右了。我们的总股权才1%吗？好像是有那么小吗？我的了解不是世界银行，如果亚洲开发银行不应该那么小，我记得我们的分量蛮重的，是不是相关的同仁能够把这个1.09%没有错啊，2%而已吗？1.09%，我们的股权就2%吗？是，我觉得这个数字好像很奇怪，没有关系，我再 check 啊，谢谢。1.09%，是1.09%，对，我印象就是1%左右啊。好，那我们的权利是怎么样？权利啊，就是亚洲开发银行我们有派员去，然后呢有参与运作啊，我们也中央银行是理事啊。是有亚洲开发银行的理事啊，是，所以1.09%。OK， 好，我会再 double check 这个部分。是，好，部长，这个有一些比较小的哈，这个四省运动哈，你赞成这个总统所发动的这个四省运动吗？我觉得应该要省，而且省的有效果。像财政部，不管是电费、水费，省的都非常多。我们都每个月都在一楼进去就有公布，省的很多。好。我看几个财政部的很多相关的单位哈，的确也像你所讲这样的哈、我这边有资料啊，部本部了哈，大概增加不多2.99%哈，北区、中区、南区、台北还有高雄几个国税局，大部分哈，都省不少哈，只有台北国税局增加了28%，其他几个国税局都是像中区的话省了53%哈，南区是3%。北区省31%哈、那么但是呢，这个资讯中心这个部分预算书是不是有错误啊？资讯中心这个预算书总共增加了513%，这个数字荒谬到我认为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故？谢谢哈，李委员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澄清哈，因为整个赋税再造从今年年底11月30号，简单。把五个国税局的主机、电脑、机网全部集中在我们这里，所以现在是新旧，所有他们省的东西，事实上总 total 是大概乘以0.7，省的快，总量来讲大概省的快3%的电力，他们省3%电力，好 ，total， 所以好，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或者公这一会计哈，这个账就要么放在这边，要么放在那边哈，所以你这样讲就很清楚了。刚刚我念的北区省31%。中区省53%，南区省43%，啊，但是啊，台北是增加28%，啊，所以照主任你说共叫主任没错吧？对不起哈，你这个的话，那边省的是你这边增加的，所以你替他们背负了这个罪名。政府的本来就是库尔都是一样的嘛。这个我回去 double check 一下吧。你这边总体是增加513%，但是他们的母数到底是怎么样？我这个可能要 check 一下。是不是结果的话，哦，本来没搞俄罗这几个国税局的，结果你今晚那赶紧解压，把他们 credit 都打掉，说他们的账都算到你这边来，这边增加很多。
但是因为这个比例还是差太多，我觉得这个母数啊，我想这个部分就请部长你督导，check 一下这是不是有问题。另外的话就是主任你爸爸你照外办公室查工，你的这个你的坐车啊，你们这今天是不是今年编了一部车子啊？那个车子的 CC 数好像超过大概部长级的车子，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CC 啦，啊，千六吧，千六的，刚千六，千六，该超过，不 check 桥，因为那块预算书明定哦，是给金追的哈。这块请问你在这条情，但是是观念的问题哈，还有这个法律的遵守的问题哈。所以这个伦理也很重要，好、哦，这个你们回去 check。我想你万一猛，你不至于故意回去和我作对，应该会去注意到这种事情哈、哦。因为这个办公室同仁很认真啊、来做这些事情。好，那主任你请回，谢谢。哦、另外部长哈、哦，在我们的税出预算里面的第三十五页部本身的了哈、哦，有这个41、42、43、44几项，这个都和伦理道德有关系的东西，钱不是很大。几百万、几十万的哈，这个我们的公务员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哈，需要用这些东西来提升他们这些事情嘛。报委员在职训练是不嫌多的啦，就是包括联能的训练哈，提升高度的训练，不然公务员的素质不会提高了。是，这个这些都是拓展视野、加强管理职能、提升公务人员品德修养、改善风气、激发潜能。我的感觉哈、哦，对，专注阅读、提升管理效能，是、哦、还是什么东西的？是两三句话，这些全部会包括在一起的。没有，我们包括红高办公接他请，好像在作文的感觉，你不觉得吗？事实上，我们有那么多时间在做这个文章吗？我没有了，有些专报委员，我们有专书阅读写作哈，哎，让同仁读专书，公务员的专书，那写作激发同仁的潜能。第二个呢，我们有点子奖，哎，有一个创意的点子，对公务很有改善的，我们也给啊很多。我会来看点点滴滴的措施很多，我会来看这些点子，好，谢谢，好，好，谢谢你，谢谢。好，感谢啊，接着请卢秀燕委员。主席辛苦了，主席帮我请这个部长，还有主计处是不是有人来？主计，有，是卢委员，跟公务处的专门委员是。对对，好，我们请张部长跟行政主计总处的陈专门委员。是，部长还有我们这个专门委员哈，今天早上我们这个主计总处公布了我们的 GDP 哈，那又下修了。从去年的八月到今年八月啊，修了八次，那今天十月份公布再修一次，修九次，所以我把它形容什么？我们说我们中央银行总裁啊是九 A 的总裁，结果我们台湾的这个 GDP 预测啊，主计总处啊是九 F 的 GDP， 哪个 F 呢？负 F U F O O L Frank No。我用富啊，富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欺骗，啊，第二个把大家愚弄大家。你怎么可能一个国家的经济预测竟然一年内修九次？那如果照这个修的比例啊，我们这次我们八月份啊，最后一次八月份啊，第八次修的时候啊，是1.66，今天公布是1.05，比八月份又掉了0.61。那如果照这样的掉的比率，从去年八月到今年八月再到现在掉比率，开玩笑，到我们十二月啊，今年十二月啊，我们的经济成长率 GDP 啊，大概要接近零啊，0.4啊，接近零。部长，有可能吗？我们今年年底的 GDP 啊，按照从去年八月掉到今年十月，掉了九次，修正九次啊，是不是有可能到年底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接近于零，会不会？包委员是要主计处答复吗？部长，你先预测呢？你的预测，你觉得有可能按照现在经济状况？老实讲，我不能预测这个东西了。有可能。如果照这个趋势的话，年底大概会落底了，但是我不知道，我无法预测。你这个落底是结束修正，还是说会落到零啊？落底的意思就是开始要往上了。底嘛，落底哈，就开始会。我请教陈专门委员，是，你按照你们的这样预测的话，我们年底的 GDP 可能掉到零吗？原则上来讲，因为经济景气本来就是个循环嘛，那原则上来讲，我们是大概预测说，
年底的话大概应该会落底，然后明年度落底是落到哪里叫底啊？零，因为在预测那个曲线的话可能会有时候会比较低，那原则上来讲我们有预测102年度的说已经到3.09了，所以说已经有那个大概回升的趋势。我们大家记得现在这个场景啊，明年到3.09啊，那我跟你讲说我现在很担心啊，我们的对话应该把记录，我很担心年底到零，明年二月因为你们两个月公布一次嘛，明年二月我担心啊变成负成长 GDP 变负的有可能吗？不要说变三点几啊，有没有可能变成负的？我觉得这个负的机会比较不可能啊，除非说是国际上有遭遇说比较重大的一个灾难。好啦，就说我们尊重你的发言，你说比较不可能，但是今年底如果到零，明年如果到负的话，那大家记得你们主计总处今天在这边答复不可能，结果你们的预测永远跟市场跟国家的这跟整个世界景气的循环是相反的，那很可怕。如果说你们的经济预测老是错误，国家的政策怎么制定啊？很难呐、啊。如果你们对世界潮流、对国内的经济成长状况完全不了解，那结果呢？我们的政策跟着乱定，那造成没有办法定出正确政策。譬如说，我们正所说的开征的时机，是不是这时候应该征？那这个东西可能都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我想请教两位哈，部长。我知道这段时间呢、啊，很多委员在努力，因为经济不景气，股市打到趴，然后整个产业快倒闭，因为你股市一趴，产业可能企业就会倒闭，倒闭就会造成失业嘛，哈，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立法院很多委员非常努力，这段时间有的在想我们正所说要不要暂缓开征，有的说我们要不要修正交税，有的说怎么样，大家各自在想办法。但是啊，有股民告诉我，我觉得这很有道理，他说卢委员，政府不可能答应任何有关正所税或正交税改变的情形，不可能。我说为什么不可能呢？他说因为政府如果修正的话，不管是正所税暂缓开征或者是正交税要稍微降低的话都不可能，就表示政府承认他们当初开征正所税的时机是错误的，因为政府不可能认错，也不可能认错而修正他们的政策，不可能。所以部长是不是这样的情形？政府为了面子问题，不肯承认错误，不肯承认说当初开征的时机错误，因为我们的经济成长率 GDP 连续九次修正错误，九次错误，而且九次修正。那政府即使这样子九次错误九次修正，也不可能去承认错误，我们开征的时机错误。然后是不是这样的情形？鲍委员，这个不是什么承认错误不错误了。事实上，这个制度是很不容易建立。民国四十几年来，就是民国78年建制一次，一年，所以啊，这个制度建立很难能可贵了，大家要珍惜了。即使他打趴股市，即使时机错误也没关系，鲍委员，对不对？是这样子吗？这句话不是这样，不是说股市是正所税打趴的，我是怕大家好把所有的股市的问题集中在那里，要忽略了其他。不过我觉得了哈，对，这个话不应该政府讲，可不可以啊？正交税减少，股市塔趴，你们可不可以做个民调，对400万股民做个民调啊？因为我的意思就抽样做民调，因为你政府一直说不是，那股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告诉我们打电话进来都是讲说，我们就是因为正所税，我们就是因为二代健保，所以我们不敢投资，我们不敢拿出口袋的钱，我们觉得台湾经济状况很糟糕，那政府对于股市对企业是很不帮忙的。所以呢，你们不应该讲说是不是不应该，是不是让我们股市打趴原因不是由政府来讲，因为政府不会承认错误啊，我们的政府是不会承认错误。所以我觉得应该去对股民做个民调才对，这有科学根据的、啊、问问他们不愿意投资的原因是什么呢？鲍委员，不是这样比较客观吗？鲍委员，对股民调查、啊、可能样本错样也是错误了，因为你对加税的人来调查说，哎，你赞成加税吗？大概都不愿意赞成。那对于讲征税的人调查讲的话也可信吗？正所税很赞成的人很，股民以外的人很多人赞成正所税。不，我们不用再争辩在这边了哈。是是是是，我觉得只是政府一个态度，我把股民这段想法就是说政府不肯在正所税正交税，委员你们都不用努力了，因为这个政府是不会承认错误的，也不可能改变。所以在正所税正交税不管委员提出什么样版本修正案，政府绝对不可能同意，是这样子吗？也不是啦，而是说已经箭在弦上，所有的制度哈差不多要建立完成了，那我们也正在拟定宣导训练辅导计划，都马上要推动了。结果呢，不过部长你承不承认哈，你承不承认就是说正所税二代健保的开征
你们说不是主要打趴股市的原因，不过它是不是雪上加霜的原因啊？它有影响了，但是要说它是主因哈，我是觉得大家就忽略了有影响，国际的政治跟国际的经济。至少你这对这句话是有良心哈。最后我要请教你们两个单位哈，部长听你们三月份你们这个署长以上财政部的首长，还有五区的国税局长都配一台 iPad 是不是？我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件事，要不要请会计长？啊、有配台 iPad 吗？我不知道有这件事。没有，就是所有的这个署长级以上都有配 iPad 是不是？还是这个报道是错误的？没有吧，没有。你们都没有配 iPad， 财政部没有，次长、部长都没有配 iPad， 都我连我都没有配啊。没有配，对啊。然后说你们要采购，今年在你们的预算里面要采购200台的平板电脑是吗？这我不知道有这个计划吗？这个财政部的会计，会计长也在这里啊？也没有。那你们过去到现在有采购过任何的 iPad 吗？完全没有。所以完全没有。对，所以那主计总处呢？应该也没有那个采购过、相关的 iPad， 都没有任何配发 iPad， 都没有，大概是同仁自己买的，应该没有配过，都没有配发任何 iPad。 那我想请教一下哈，像你们现在发给同仁都是什么手提电脑？也没有啊，也没有发，就说手提电脑也是，不是，就说有些同仁他领用的是不是手提电脑？有没有主机跟那个，因为你不肯全部都是桌上型嘛，那你一定有一些人他是配发的是手提电脑，贵部主计总处有手提电脑吗？原则上来讲，我们如果预算有编那个电脑器材的话，那有时候是会讲说编那个一部或两部的手提电脑，然后比如说来立法院的时候，然后那个使用的。对，有配手提电脑，也不是配，就是说购置给大家轮流公家大家。对了对了，就是公务使用嘛。那财政部呢？是只有买几部大家一起手提电脑有，手提电脑跟 iPad 有跟平板电脑有什么差别？大概都只有一台，我们现在对，我知道手提电脑跟平板电脑有什么差别。大概我们买的大概都是笔记型电脑。对，手提电脑，我讲手提电脑、笔记型电脑跟平板电脑，笔记型电脑跟平板有什么差别？这个请苏主任来答复好了，他电脑专家。谢谢委员，我想哈、平板跟那个手提电脑它本身的功能是不一样。如果是我们在编辑大量的文件的时候，是笔记型电脑，像记者打稿，对不对？啊、或者有些同仁负责编撰的话，他应该要附 keyboard， 就是手提电脑或笔记型电脑，对不对？就是他有 keyboard， 对不 对？那再加上他有一些硬体的装置，对不对？哈，那这个那平板电脑呢？平板电脑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外面开会简易的收发 email 文件比较方便。那我们目前也在规划，在明年的时候，让这些机关首长在外部开会的时候可以做线上签合，配合整个行政院的政策。是，我要告诉主计总处的，就是说哈，平板电脑跟笔记型电脑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但是看需求。如果是你需要大量有 key in 动作的人，那你可能笔记型电脑比较合适，手提电脑合适，因为你马上有 keyboard 在，马上可以用。可是有些人，他譬如说像连餐厅点菜现在都用平板电脑，对不对？就是因为他只需要查询资料，然后他本身要收发公文，然后他其实也可以在上面有 board 的建制，也是可以，只是在上面就是在平板上使用而已啊。那所以我建议啊，因为主计总处现在有个观念，总统都已经在推啊，经济部长在说我们应该推广平板电脑，因为那是我们台湾现在很大的产业，很大产业。可是主计总处的观念没有跟上时代，没有跟上时代，要求各单位通通不可以买平板电脑，然后各单位都不敢买。那然后你发给他笔记型电脑，他又不像要撰稿的人每天需要这么多 key 动作，没有，他只是要知道公文，马上查这个资料，然后马上连线里面有一些那个重要的这个收发动作，就这样子而已。那所以你们现在发的笔记型电脑跟手提型电脑，为什么大家都不会带？今天在场有带手提电脑、笔记型电脑有吗？只有一位，两位。那有被配发到要使用的单位举手。
都没有。陆委时间到。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我们对于日新月异的工具啊，手机、智慧型手机，过去黑金刚的手机，到底有什么差别？我希望主机单位啊，这不是你们财政部，主机单位啊，你们要与时俱进，要根据公务机关的需求啊。你知道平板电脑还比笔记型电脑还便宜，什么品牌我不在乎哈、啊。有人主张 Apple， 有人 HTC， 什么我都不在乎。但是我觉得说，公务机关要与时俱进啊，不要去限制公务人，要根据他的需求来配备，而不要指这个不可以那个东西。就像你只叫人家可以买桌上型的，那过去要推广手提型的时候，大家都反对，干嘛买手提型的？结果现在有平板又跑出来，你就说干嘛买平板的啊？那所以像这种东西都应该要与时俱进，好不好？谢谢。所以包括你们主机总数都还没有一部平板电脑，那也是台湾很落后的象征啊！哈、啊，谢谢。好，感谢哈、啊，谢谢。接着，请李同豪委员。啊，主席、诸位同仁啊、还有我们的财政部主计处官员，大家早安，可不可以请部长？啊，张部长。李委员好，是啊，部长你好。我刚刚看到委员也都质询过啊，就是有关这个经济成长率的调降哈、啊。那么我也不太，我想我们在征求你的同意啊，我们不需要去决议文吧？可不可以就啊这个经济成长率调降，特别是明年的经济成长率从3.67调降成3.09哈，这个幅度蛮大的。那么对于整个国家的这个税收的这个收入的影响，当然税收影响是影响到今年的成长，今年成长调降也蛮大的，从1.66% 哈调降到1.09哈，1.02哈，1.05啊。最新的是应该是1.05嘛，对不对？那这个幅度这么大的情况之下，对我们的税收影响是什么？我们需不需要重新去审视这个预算的总收入的这个部分呢、啊？可不可以请你写一个评估报告？好，我们可以写评估报告。问题是我先跟委员报告、嗯、预算了、啊，我们编的时候事实上，这我理解。对 对。但是我们站在一个现实的立场、实物的立场，我们因为要到一月份才通得过这样子的一个预算，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适度的调整。嗯，好吧，这个没有涉及到所谓任何的这种政治的这种对立的问题啊，这纯然是要务实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好吗？必要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有增债举债的空间的话，就是用举债哈。好，谢谢这个部长哈。那我今天要想问的，就是既然是国库，我们今天有国库署嘛，对不对？是，有。那这个国库署里面的这个强化债务管理的，你上次在这个报告里面也做了哈，就是强化债务管理啊。那么强化债务管理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降低举债成本。那我今天想跟您讨论的是如何来降低举债成本啊。我们先看看我们的整个债务结构啊。那么一年期的，根据这个财政部自己的报告啊，一年期的债务呢，总计啊4.8747亿啊。未满一年期的债务呢，是1500亿啊。换句话说，这个未满一年期的债务只占整个债务的这个余额啊，只有3%左右啊，这个比例很小啊。那这样子一个结构呢，是不是有利于啊这个降低举债成本的一个结构？这个是我所关心的。如果这个是不利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作为来改善这个做法？就现有的法治基础上面，我们该如何调整啊？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呢、啊，我们的利息支出啊，我们是以101年来看的话，101年是1300亿啊，那明年预估1293亿，这个数额也相当的庞大。这个举债成本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的利息的负担啊。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一个问题啊，就是债券的为什么要考虑这个举债的成本的话，当然要考虑你这个结构，对不对？你要怎么样举债这个结构？这个举债结构当然就跟这个利率的期限有利率有关系了哈。那这个初期市场的利率啊，就是你在发行债券的时候的利率啊，我们观察了一下哈，5年期的大概是最近发行的利率是0.956%哈，30年期是1.738%，概率来讲大概平均是1.134%，啊1.134%。那么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你发国库券利息的时候呢，大概是在今年的这个国库券利息啊利率啊，在0.8%到0.63%之间，所以平均起来大概0.7%左右啊，0.7%。那换句话说，我们现有的债券的利率啊，国库长期债券的利率大概是1.3%啊，
短期债券的利率，国库券呢、啊、是 0.7 啊，它中间有 0.6 的个 percent 的差距。一言之，如果你今天发行的新债，如果中间的结构能够稍微调整，那假定我们有一起假定哈，1000亿1000亿的对比，1000亿是长债，1000亿是短债的话，那你就可以省6亿哦。这个也算是一个不无小补了，对不对？那这个如果我们发短债有什么好处呢？发短债有什么好处？发长债有什么好处呢？严格的说起来，本息啊偏好你也要发长债，而且要发极长债，30年期。原因是你希望建立替我们的保险事业啊有一些利率的指标的基础指标，也可以容许他们做长期的投资，因为他们要做 hedging 做避险。那发短债有什么好处呢？短债好处更多了，第一个是降低成本，第二个是活络整个短期的这个利率的市场，货币市场啊，让建立起短期的利率指标，那有利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操作。所以我想请教了，那这样子考虑之下，财政部有没有考量在节约举债成本的情况之下来调整我们发行债券的结构？那我也必须说明一下，这个今天我来不及把这个资料拿出来，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以美国而言啊，这可能看不太清楚哈，它的平均的这个债的这个举债的这个时间呐、啊，它是在一直往下走的这种，哎，对不起，这个完全看不下来，它是往下走的趋势。它这个我这个资料比较旧，那如果加上 QE3 的操作 ，QE1、QE2、QE3 这个金融海啸以后啊，这个存续期间会更短，平均期限或 maturity 会更短，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就好奇的想请问啊，财政部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规划？鲍委员，举新还旧，降低债息，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去年哈，因为这样的运作，我们大概省了大概我印象中是有4亿。可是我讲的是今天不是举新还旧的问题，是举新还旧是因为你在 timing 上面，在时辰上面利率下跌了，所以你用新的换旧的，那旧的是高利率成本，那个是 OK 的。是，但是从另外我今天谈的是结构，就长短期的结构问题。 对，所以想请问，就是长短期的结构这个部分我们受到了影响，主要是根据预算法的概念，23条的概念，把一个国家的长期建设，我们就习惯用长期的债券去发行。然后呢，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根据预算法的概念去做了以后呢，我们就有中央政府的建设公债的借款条例，那我们有国库券及短期借款的条例。这两个条例就是说，我在融资短期融资部分，我就用，因为调节税收的问题，我用国库券，而这个建设部分用长期债券。这个是我必须说，从财务管理的观点，这个是落伍的；从风险的观点是正确的；从成本的观点是落伍的。所以这个中间要有个取舍。但是我必须说，今天纯然从风险的管理是错误的了。你想想看，如果每年可以省个几亿的话，对国家还是有不无小补啊。所以可不可以请你说明一下，除了刚刚讲举新还旧以外？对，委员的观念很好了。当然过去就是长期的建设用长期的裁员，这是过去的观念了。所以那个长债哈有好处，就是裁员稳定了，哎，然后呢需求者也比较喜欢，尤其是保险业，他喜欢买长债，然后买短债哈，他要一直那个操作的成本也很高了。部长，是你也肩负一个很重要，因为国家发行债务啊是整个是金融市场的 benchmark 是基础，是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也要活络我们的货币市场。它不仅有助于货币政策的操作，而且呢降低你的成本，更兴盛，把整个市场的这个活络度加大。市场资本市场是长期的，是股票债券，可是短期的货币市场你也必须要注意啊。可不可以在这个方面呢、啊、让财政部去协助我们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也降低我们的成本？可不可以去考量，我们一起来努力，可不可以？委员，过去也有学者建议了，就说债券发行的目的不只是举债了，还要金融市场、债券市场要建立，没错，就为发债而发债了，不是为了借钱。那个也是另外一种考量，对，那是另外一种考量。对，我说观念上我们可以改，包括你看看，还有公共债务法，我们也把它限死了嘛，是，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要动起来才行啊。所以可不可以我们来做一个努力啊？
让整个因为你们这样的调整，可以让整个市场活络起来。看看怎么法上怎么样来。对，刚刚我提的一些法，包括从预算、公共债务法、中长这个，包括债这个长债跟短债的各种关这个条例，好不好？好，谢谢。我们来一起来努力的把这个东西，把这个榜改打开哈，我们才可以做得了事情。把金融市场。最后一点想请问一下，我们亲民党团哦，对这个事情实在是很关切，因为事实上这个是一个长问题，就是我们过去里面国营事业民营化的作业啊。迟滞早滞的有大量的事故预算保留，我们还可以保留吗？民国87年的还保留到现在，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在这一次100年度的这个决算里面，我们不予以认列，不能再认列了。这个是2044亿的额款啊，在那边，但是不认列的结果是什么？你也了解。我们在102年的税基剩余啊，已经没有了，对不对？换句话说，我们变成税基不叫做剩余了，剩余亏损了，会有这个后果，会影响到你。但是一个政府从87年开始就一直在保留我们的税基剩余、事故预算，也不做民营化，就只是个账务上面的处理，使得我们今天国库署的资金调度跟我们的国家的这个。财务的这个账务是两码之事，这个中间落差太久太远太差太大了，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要考虑把它不予以认列了。报告委员，有些事已经实现了，不能不认列了。实现的没问题啊，我说没有实现的。我们已经举债了，大概有400亿了，民营化资金了。好，没问题，要认列，没有，只是说我的意思啊，报告委员。这是大院的决议，要让我们试股了，因为试股哈，我知道，但是我们要一段规划期间了。我说会对你有影响了，是，对不对？对你会有影响。我这边先做一个声明，看看你们有没有很强烈的反弹，不然的话，对一个国家讲真是羞耻啊！拿一个假账在那边做，挂了十几年，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接着请罗明才委员。主席各位，出列席官员大家好，主席可否请张部长？在请张部长之前，跟委员会报告哈，待会儿轮到我咨询完以后，我们就休息10分钟啊。现在请张部长。行，罗委员好。张部长你好，那个面对国内啊整个经济的这个局势恶化哈，那在整个国家裁员收入啊支出各方面哈，有没有什么比较可以？开创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去年有奢侈税，今年又正所税，那明年是不是还要再推什么富人税啊？报委员没有这样的规划。那能源税？能源税那是长期规划了，要看时机的，看时机。是全世界哦，在时机不好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加税的？有。哪一个国家？日本。日本营业税从5%加到10%。5%加到10%，是不是？日本就经济局势不好，他还在加税。首相他努力往前推。首相往前，那后来那个首相就下台了、啊。全世界哦，都很这个哦，逆势而为，最后都是哦。还有法国，法国加富人税，总统的政见。那搞阶级斗争啊！所以我的意思说，不是说所以那个要找，就是我们要走民主的大陆，还是要均平哈、哦？就是共产的道路啊，你像北韩，它政权稳不稳固？北韩，稳不稳固？其实有人认为风雨飘摇了，也不是很稳固了。因为它国内民生凋敝嘛。那哪一个共产国家，他感觉经济各方面现在除了北韩，大概没有共产国家了。大陆不是共产国家。你讲本质根本不是了，那马克思主义不是本质上他根本就是走自由经济了哦，改变了、啊、不是本质啊，他的经济、哦、他的经济是资本主义啊。那你觉得现在大陆强不强？大陆是就是新兴国家，新兴国家的那些都他已经超英赶美了啊。是，那不然你知道为什么他会越来越强？这个当然这个因素非常多，就是他与时俱进啊，有些对的哦，他好的，他就马上那个变化弹性非常非常快，所以他越来越强大。那你觉得现在中华民国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委员，每一个国家哈、哦，大概都会
有困顿的时候啦，其实大家也不用这么悲观了，要乐观一点的。对，不是就对啊，人一定要乐观了，然后遇到问题、遇到困难，我现在听到很多大家努力来。现在很多民众都很乐观的在期待说，哎，那政府下一次消费券什么时候要推？蛮乐观的，会不会再推消费券呢？事实上，财已经没有这样的财力了。财力哈，我看到财力都是哈非常的拮据哈。那结果今年的预算里面哈，编了，我们有时候就是都很小的项目啊，像山有人提出38万、20几万的都在山了哈。你看看这个第一页第四，对亚洲开发银行哈，我们要捐助1亿7350万，这个应该把它删掉吧。还有一个哈，第二页，缴纳亚洲开发银行增资股款1亿4954万6000元，这个也应该删掉吧，这加加都2亿多哈。那缴纳第六项，缴纳中美洲银行增资股款5514万，这个应该删掉吧。哦，这个加加就也好几亿哈，是不是这个部分就把它删掉？鲍委员，千万不可。为什么不删呢？亚洲银行我们是创始会员国哎，亚洲银行，然后在我们对呀、啊，1960年亚洲银行开发银行一开始创立，我们就原始认股的。我们在国际的组织哈，能够这样用正式会员国，跟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有什么关系？哎，我们在国际的场，这是国际的舞台啊。那也不承认中华民国啊。那承认中华民国，我们甚至有派员在那边担任干部哎、欸。我们所以报告委员，这个千万不可，这个是跟国家外交这些都息息相关。你现在连军工教你都砍了，这个东西为什么不砍呢？那个两回事啦，一个内政，一个外交啦，报告委员。哎、欸，外交，那你去外交部去编就好，怎么编在财政部？金融的银行的问题啦，因为捐赠啊、认股啦、啊，都是国库的问题。那砍一半。包委员，这个千万不可，这个认、欸、不是，我们这个从头到尾已经捐出多少，累积加起来多少钱呢？从第一次捐到现在，没有，我们其实这样啦，我们事实上股款跟捐赠哈，我查数字给委员了，事实上这次是4年期，幕僚麻烦一下，6亿9啦，大概6亿9啦，全部加起来6亿9，不是这一期啊，这期6亿9，6亿9分4年，1年1亿多，不要啦，我们现在这个 GDP 我们已经从3降到那个1%，不然砍成2%，不然我们 GDP 预计是3%嘛，对不对？3%现在降到1%，那我们支出也要随之调整啊。鲍委，这个影响国家很大。不会啦，每次都讲得很严重，真正影响大的是、那個、不是你？我们如果从国际组织中退出，这个影响就很大。真正影响大的是正所税嘛？哎呀，你们这个那正所税那么严重的事情，那么苹果比橘子啦，苹果你看哦。正所税你都已经少量化，亚洲银行跟正所税比，苹果比橘子了，这个不能相比。那苹果跟橘子哪个好？都好，都需要。不好比，是不是？不是，都但是都是水果，都是很健康啊、哦。就是正所税比较不健康哦，搞得股市这样奄奄一息，真的啦。正所税的部分哈、哦，一次就少500亿哈、哦，正本清源啊。那个地方哈、哦，你等 GDP 6%了以后，总统不是讲6-3-3吗？你等6%以后再开始实施。哦、大家会认同啦、啊，真的，这个是为全民在着想了、啊，不是什么面子问题呀、啊。这因为整个局势环境都改变了，哦，本来预期都很好嘛。你在全世界都是哦，四海升平的时候，你在加税哦，你拔鹅毛大家不会痛，哦，大家也会认同。你现在都奄奄一息了，可能就期待第二个那个消费券要出来了，你还要说一直要征税，全世界没有人这样搞的啦。部长真的这个哦，肺腑之言啊，我现在不愿意再讲，但是哦，你那个，请你哦，右耳听听看啊。你如果觉得要左耳出去，我也没有意见。可是要出去之前哦，那个大脑，麻烦就是站在人民的这个立场哦，想一下，有多少的资金都外流了。哦，我们这个讲这个哦，我跟你也无冤无仇，对不对？我是第一线听到的消息，我刚刚跟你讲，那个。证券人员已经裁员800人了，明年接下去裁员10000人，像那个奢侈税一样，说半天呐、啊，讲是讲公平正义啊，但10000人要失业了，这个为这个万民苍生着想啊，真的。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可不可以删呢？你说对军工交易一下就删那么多，哎、啊，这个我们应该删一个2/3嘛，
那还有这个亚洲开发银行也是啊，我们累积加起来捐助多少？对外国人都那么客气，对，对我们本国的所有的这些军工价，哇，大笔一砍都砍得这个都见血见骨了，都这个不手软。亚洲开发银行总共累计加起来捐助了多少？72年到现在就捐了1.991亿美元，美元。哦，美元那就是1.991亿美元，三十几亿啊！对，哇，吓死人的钱！每年都这样1500、1400、1500。哎，我捐给他们，我们有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啊？有，我们也有向开发银行借钱那些、啊。借钱不用啦，我们现在国内游资有6-7兆，你跟民间借就好了，干嘛跑到美国去借？国际组织上哈，国际组织。我们跟国际借不会，我们不是没有外债吗？怎么会跟国际借钱？我们中石化。台旅、台金、台电、花莲港、深海渔业、台南北高速公路、杨美段等等，这些基础建设都有向亚洲银行借钱。那个是民间企业嘛，我们国家的部分没有。过去他也不用跟他借啊，国内游资那么多，跟国内借就好，跑到国外去，缘木求鱼。哦，然后为了借这些人的钱，然后我们捐30几亿，这也没有道理啊。哦，这就30几亿。那请问中美洲银行，我们增资了多少？累计捐助了多少？我也查一下，好不好？我也查一下。好，部长，你有没有去过中美洲？中美洲有去过墨西哥了，有去过。哦，对。那个中美洲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啊，邦交国就那几个。委员，这些都是像中美洲哈，非中美洲银行卡贝哈，中美洲外面的国家当会员的大概就是我们。所以我没有因为当是我们，我感到很光荣啊。从创立来，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这些。军工校被砍，好、哦，还有一些农民啊，一年就靠那2万块，他很可怜呐、啊。是啊，你去那边都是几十亿、几十亿，你为什么不赞助这些？中美洲我们没有捐赠，我们是认股。认股啊，那总共认了多少股？就当股本了、啊，就也是1.1250亿。加起来总金额多少？就1亿多啊，1亿多美元。也是美元，哇！你看又一个30几亿，哇！你看我们抽丝剥茧，你看这是一个30几亿。这不是捐赠了，这是股本啦、啊，这是股本。我们买认股 啊！不要认了啦！我们自己都自身难保，还跑那边去认，认也看不到。哪一天倒了以后，跟那个 Lehman Brothers 一样，鲍委员，这个国库又损失一条。这跟中美那请问，那这个中美银行有没有人去过？有啊，我们都有派董事啊。我们这里税智会执行秘书，那不符合效益嘛？他已经派了3年，那个刚回来啊，他是理事啊。去那边那么远做什么？没有，我们现在都要南向政策的。你如果说在印度还哈。这个南向政策的部分，这几个国家还好。中美洲50亿嘛，那、啊、做外交部去编就好了。我们邦交国家在中美洲非常多啊。嗯、那跟银行有什么关系？哦，有关系啊，因为里面都是会员国嘛。然后我抽过这个会员国。不然那个啊、哦，具体建议啦，三一半。鲍委员不可以啦，有些是。啊、我们 GDP 都有些是降那一趴的，我们有些是承诺事项哦。这是国际的承诺事项。以前 WTO 谈判不是那个，你要讲这个要讲到那个。米酒的事情，以前说要降，就一直死撑在那边说啊，绝对不能降，降了会违反 WTO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什么待遇怎么样？好、啊，台湾会完蛋怎么样？啊，现在请问一瓶米酒多少钱？4瓶100块啊，也是立法院通过的啊，而且因为这一条，总统顺利也连任当选啊，米酒总统选得很开心啊，对不对？这个部分看能不能哦，请部长协调一下哈、哦，都酌三一半。拜托就好，委员拜托、啊，把那个钱哈、哦、拿下来，这个做公益也可以哈、哦，这个来捐助一些哦老弱孤苦无依的人，我们也赞成，好不好？委员拜托了，这个是已经承诺的捐款了。谁承诺？我没有承诺啊，立法院没有通过啊。谢谢。我建议啊，你要找人提案了、啊，要把罗明才委员的开玩笑啊，罗明才委员的出国考察费加10倍，他就不会删你了。因为他到时候了解国际局势啊，好吧，感谢，开开玩笑吧。我们接着请翁从军委员。好，那个主席，我们请张部长。张部长，哎，翁委员好，是张部长。这个
我想这一次哈、哦，如果朝委协商在审预算的时候，我认为哈、哦，将来出现的最高兴的单位一定是财政部。不对，你敢相信这句话？我了解委员的意思。啊，我了解委员的意思。你了解我的意思，我看你不一定了解。有有，我了解，我了解。你还没讲出来，我已经。你了解了。啊，我来讲吼。是。财政部最高兴的还有一点，就是说吼，统如果要朝野协商的时候，删的时候最好是怎么样？删多少钱，你们自行调整，案例要看王毅，对不？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财政部努力配合真的国家整个施政需要了，编预算也编得很困难。我知道啦，我就我从你上任之后，我对你是蛮肯定的哦。谢谢谢谢。你很多经典的话，我都跟人说肯定有教。谢谢。但是我是光看预算来看，我今天稍微看了一下你的预算哦，你们将来会是最高兴的单位。第二个更高兴的是，将来是哎删减50亿、80亿，哎你们自行调整。啊，你财政部要看华裔。我讲那不是没有道理，我跟你说了哈，都家微管的工三税入要三2044亿啊哈，啊外公吼，你的税出啦，办公业的球我们委员，我这微管台底下拢只能一个要求，外公一删我就删200亿，我来删200亿你也接受未？大概就很难运作了，因为我们没有浮编到200亿的。啊，我来保证绝对我都运作了。我跟你保证啦，啊，无你啦，无你听我来做你的地下库会计，地下会计长，我来你搞看变怎，绝对应付会过。哦，会计料底下，我讲安尼有理无？我来保证赚你200亿，噶无要紧啦，好吧？委员，这个你不爱相信了啊？那我那个不掉、哦，我就找你一个科目给你，可你去看买来，好不好？哦，来。国债付息可以删多少？哦，国债付息那个是一定要付的。啊，对啦，一定要付的，对啦。我说他一定要，那是法定义务支出，我说他一定要付。我们借了债哈、哦。哎、欸，我以前讲，哎，我以前研究过啦。我来讲，我请教你国债付息啦吼。99年多，我算你剩偌济？我们哈、哦，今年编比去年少8亿多了。啊，少啊好啦，少八亿多用小块代志啦。99年度你剩下多少钱？我把查八要存8倍英雄你啦，我看看，我查一下资料哈、哦。我讲哦，你99年多吼、哦、存哦，99年多你存180几亿，99年多啦，100年多你存偌济？100年度你剩下多少？你知道吗？200多亿啦。今年度你预估剩下多少？你今天都预估剩下多少？数字来。哎，保证哦。所以我来讲哦。对。所有的心扎起来结论啦、啊，我跟你讲一笔200亿，等于删200亿，我想绝对 OK 啦。你不是你来问会计掉，我讲的绝对正确。哎，这医生我不抓你其他的业务啊，啥物事我不拢问来讲，这要来删200亿，简单啦。你们不要以为我立法委员是讲财政委员会是和和气气的，不是我以前看无呢。我跟你讲，我跟你删200亿，今年我跟你删200亿，统删的时候，财政部都删100亿嘛，无要紧，拢解都解决的啦。这个是一定，我来点一个啦吼。以前吼，不是看无啦，是不爱来讲啦。第二个吼，你刚刚在讲到那个四股预算的问题。不料，是，你讲，你法院让你通过吼，但是遐还有规定呢。你法院让你通过，不是可以无限期的保留呢？你来看以上款，你来评判，无你来问恁会计，你来看卖啊嘞？看会使保留遐久呗？你问看那个你的那个会计长看看，可以不可以保留那么久？未使啦。不是唔捌啦，要等你删完啦会使咯。
今天我们讲四股预算打你三雕啦，不是不可以呢？怎么会不可以？决算的时候我们就不认内套比赛。预算法里面也没有规定说可以让你们永久保留，那保留那关你已经离开，你看你足久的你还要来保留？预算保留是有期限的，那个前者发生呢？哦，不料这个可能对你来讲是因为这是回一个医生的问题了，但是吼、哦、跟你的财政不是有绝大的关系。但是今天审预算，我要点你一下，一个税入一个税出，我跟你讲，你怕你啦？得看你的医生是看无啦，是感觉你行政单位是尊重你，不爱来讲啦。所以有些事情，我是觉得说。假设今天你换你来头对，假设都谈法令，或者是一定要谈社会公平正义，我来讲，都不是绝对政治的东西吼、哦，跟我们在念书不一样，答案咱们把丢的丢不丢，没有是跟对两个答案而已，中间还有很多模糊地带，也可以讲对，也可以讲不对呢，我讲，所以你上阵的，你就先求有，再求好。但是吼、哦，你如果看时空环境不太对劲吼、哦，朝令夕改吼、哦，不是讲叫你朝令夕改的不好啦。有时候我们当前的施政，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扩张性的预算也没有关系啊，对不？不是讲我们今天一定要谈什么你的债务多，潜藏性债务或者我们的债务有多济，安尼我都反对你去变，不是这样子。你当财政部长。对台湾的大环境，对内阁可以造成民众的有感，对政府的经济发展可以永续发展的，你要支持。是，不一定是要担心我们的财政危机。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我刚刚等你，我今天哪边叫医生？我今天要随随便便删你的税入多少钱？跟删你的税入，我你税就该税出啦，乱七八糟。三两个啊，你都乱七八糟啦！啊，我讲出来的，你们。找任何人来跟我辩论，我保证预算的事情，我都辩论没输赢啦。我绝对比你们清楚啦。哦，所以阮都有人常在讲吼、哦，有些东西你不要老是扛着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底下来讲，不是上盖对的啦。哦，我们最近在谈那个休耕补助的问题，含家没啥关系啦、嗯。但是我也一直在讲，假设还要继续这样吵下去啦。改革永远未来，内阁的声望永远不会提高了，民众永远不会觉得有感呐。你公务人员哪要抬？劳工你哪要反？权益你哪要反对？劳保什么劳保退休你哪要反对？今麦来军人的你哪反对？今麦含农民你哪反对？今麦都二代的健保的补助包括你吃饱拢自家吃，你阶级斗争尔。啊，这内阁是要哪号百姓干嘛来接受？完全出去公务人员乱骂，农民嘛骂，劳工嘛骂，大家嘛骂。啊，天天就是在搞这个，不是这样子。我用这两个呢，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要共体时间，要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国家更进步，经济可以更发展，让老百姓对我们政府有信心。假设我们只是一天到晚在讲社会公平正义，这个国家会垮掉，而且老是用社会公平正义在搞阶级斗争，这个国家会完蛋的。哦，啊，所以。你们如果从我今天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哈，我希望讲我们在审预算，不是我们不懂了。医生话，哪要讲法令，你答辩条嘛未使，对不？但是为什么你们通过了？你妈你想找恁通过，啊，你唔管立法委员拢看无？我来讲两条，我两条要来删，税就来删两千，税出要来删两百亿啦。你妈你唔是看无呢？对不？是，但是我们是觉得说，要让你们好做事情，就像你们当一个行政首长，你们要让老百姓对你们的施政有感受。我上次跟你讲那个税务的问题，大法官会事件的问题，我也是跟你讲，要怎么样让人家有感受。我觉得财务的问题不是不重要，而是不能光是考虑到财务的问题。而不去考虑到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勉励哈。谢谢啊，谢谢委员指教，谢谢。好，谢谢。下一位发言请费宏泰配委员。
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列席的官员哈，这个主席啊，帮我请一下张部长。好，请张部长。是，贵宾好。这个张部长哈。是。这个我们前任的卫生署署长杨志良先生啊，在很多的场合啊，都公开批评啊。您跟上一任的李部长啊，昨天呢，他在一个场合呢，也再度轰你啊，说财政部长无能啊。这个我曾经问过他啊，大概就是这一个月以内啊，我跟他认识，但是没有谈不上交情的问题了啊。这个我就问他说，哎，我说李部长，我所认识的李部长，好像不是你嘴巴里讲的李部长。我说至于新上任的这个张部长啊，我说从税的角度来看，在台湾呢、啊，我不敢讲说他是第一把手，至少是排前两名的人啊。我说你怎么会？你是对他个人有恩怨呢，还是怎么样啊？他说他对你个人没有恩怨，可是像他这样子对你的批评呢，我不知道今天这个媒体你有没有看到啊？有，可不可以讲讲你的感受？是啊，我想。杨潜署长哈、啊，他，我想他应该，讲了很多次了啦，因为他用那些言语哈、啊，什么讲财政部，不仅讲财政部，也讲部长，那我想我们既和谐，我都说我尊重了。那如果他有建议，我们都虚心采纳。但是他说什么要公开辩论啦、啊，什么，我想那些事情哈、啊，因为他大概主要的还是二代健保的问题了。他今天提到的哈，我跟他上次跟他聊过天哦，是，他不光是二代健保，是，他对财政上他有一些看法，嗯，我跟他做了一些说明以后，他稍微有感觉到他稍微有，有一点好像稍微，了解一些哈，这样子好不好？嗯，早一天哦，我邀他跟你，我们喝茶，不要对外公开，聊聊，好，让他了解一下，他再三的跟我讲，他对你个人呢、啊、没有个人的恩怨。是。可是平常讲，我们杨潜署长在国内啊，大家也是大家认为是一个人才了啊。而且平常讲，从我的政党来看，其实我们两个是同一个党，你是政务官，你是我们同意的。他也是我们本党的不分区的下一位候选人啊。所以有没有必要？你觉得？我觉得。公开辩论呢、啊，对你现在的位置啊不宜啊，但是私下去聊聊，让他多了解一下财政部的立场，是跟国家对财政的政策，是我觉得对你对财政部也不是个坏事，是你同不同意？非常感谢委员，如果委员能安排最好。好，我亲自去见他也可以。好，反正我帮你，我来切一个线好了，好不好？感谢，我免得我是觉得，财政部再三的被轰无能，其实我对李部长哈、啊，这个李前部长李树德先生啊，跟你啊，像我认识李树德，从他进驻到台北市政府啊，我就认识他14年，我觉得他是贯彻政策，执行政策，我在上一任总统上一任，我觉得他是内阁里面表现最好的一个，可是被他讲的啊这。像对你，我觉得你刚上任呢，就这样子，我是觉得他可能对国家跟财政部的立场跟你们的政策，我是觉得哈，是可能有必要跟他做一个说明，是好不好？好，我想谢谢都是都从我的政党来看，大家都是好，都是本党的同志了哈。是，非常。你从财政部长的立场下，你也有必要替财政部做一些说明，是，好不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是。那个部长，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啊。感觉上哈、啊，最近闻到的有一些氛围，很多人想要把我们通过但是还没有实施的正所税的政策哈、啊，想要把它做一些改变。很多人哦，不是说我们在财委会或者是在这个院会啊，有人提出来这样子的问题。感觉上哈，感觉上我闻到的味道哈，是这个样子啊。因为目前的状况，耗子啊，
确实是不好。大量啊，有的耗子的员工啊，现在可能是拿基本薪，甚至可能会裁员啊，这个是确实的。因为一个月以前，我们到交易所去，薛奇董事长都讲，今年的年终奖金在哪，他们都不知道啊。因为对交易所而言，他们的 break even 啊是783亿。所以今年很显然这个目标对他们而言无法达成啊。现在很多的人啊，很多人碰到总统就跟他提两件事，一个是要把证所税啊要求他要把它暂缓啊，或者是怎么样，还有一个是奢侈税啊，奢侈税啊，啊奢侈税当然统称啊，对奢侈税啊，我个人我觉得啊，可能总统是大概那个部分呢、啊、是不太会让步啊，而且现在已经实施，已经在实施，而且我们政策的效果其实是看得到的哈、啊，而且很有甚至在这个礼拜一啊，我看《经济日报》第二版的小社论啊，也有这个可能是一个地震啊，地震学者所写的哈、啊，他对奢侈税是皮上讲是肯定的啊，是非常肯定的。类似这样子的文章或者座谈也有人提出来，可是对证所税还没有，几乎还没有有正面的来肯定这个事情。那其实我想总统或者院长目前大概都没跟你谈过啊，没有谈过。可是万一有一天，我现在讲一个假设，万一有一天啊，万一有一天哈，好，这个我讲的是假设哈，各位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只是感觉到闻到有一点点这样味道。万一啊，有一天总统听到很多人讲，他最后他也做一些改变，他说好吧，可是没有告诉你，他就这样做了，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当然我会非常 shock。shock 以后呢 ？shock 以后。后续的反应再来反应，现在要假设去反应了。我手头上有一些资料哈，是如同昨天陈冲院长刚跟你讲的一样哈，在这一年来，其实真的我倒是觉得很奇怪，大家说受了欧洲的影响哈，台湾的今年的跌幅啊，我来大概念给你听哈。好，我想这份资料你也应该有。台湾的跌幅的量了啊，是25%，日本是18%，我们讲的量，香港是26%，韩国是30%降低的哈、啊，上海是降34%，深圳是降19%，新加坡降16.7%，美国的这个。纽约交易所的 NYSE 哈降27%，法国呢降19%，将近20%，德国降20%，英国降11%，巴西是增啊9%。巴西当然它表现的，当然我们知道巴西跟这个是金砖四国表现的相对的是比较好的。从这里面来看啊，确实啊也可以印证了、啊、刚才你所讲的。也可以印证了、啊、陈冲所讲的。可是现在真的我是听到或者是感觉到有很多人碰到我们总统就在讲这个事，碰到总统就在讲这个事，真的。所以万一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基本上我不太支持了啊，基本上了，因为在你所认知里面，中华民国有没有哪一个法令当总统公告以后在实施前突然喊停的，有没有？先咨询的时候有委员是说，我忘记哪一位委员了啊，他是说有什么个资法啦还是什么个资法上路，像那些啦，好像是那除了延缓的样子，延缓一下，是是，除了这是近三年发生的事，是啊，所以万一类似像个资法这种事情再发生在证所税怎么办？因为为了证所税，平常讲哈、哦，从刘玉茹提出来到现在，从3月多提出来到，大平常争辩不休，是，
争辩不休。可是我们的股市的量确实是减少，这也是个事实，这也是个事实啊。所以举例像我们孙大千委员就表现得很强烈，是他，我相信他来自于很多人给他的一些建议。其实光不是光给他的建议，就像我在这边讲过啊，我们在财委会啊，不是光在楼上讲过两次，就像台商总会啊，碰到总统就跟总统谈一件事，就要把奢侈税啊，要把它取消。那个论点，那个奢侈税刚才讲了实施了那么久，我是觉得它是有它正面的功的。可是这个正所税哈，这个正所税，万一还有一个假设，万一到明年第一季这样量还是起不来，可是别的国家都起来，怎么办？啊，这个你必须得好好认真的思考一下，是好不好？好，谢谢。我现在假设的条件是两个，总统受不了那些的压力了。第二个，万一明年第一季到明年三月底，别的国家都起来了，我们他证券市场量都起来，台湾还是没起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你该怎么做，要好好想，是好不好？好，感谢，谢谢。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跟委员会报告。我们现在会议继续开始哈，在还没开始之前，先跟各位委员跟委员会报告哈，我们今天啊，如果超过12点，我们继续做这个答询，同时并将预算来处理啊，一直到处理结束。啊，待会儿我们有准备便当啊，请各位大家来享用啊。接着请薛林委员，薛林委员不在，请杨琼英委员，杨琼英委员不在，请陈明文委员，陈明文不在，我们接着请曾巨威委员。谢谢主席，主席麻烦我们张部长，谢谢。好，张部长来。政委好。是，部长好哈。部长，我有这个今天的这个有关的议题哈，有几个问题这个特别请教哈。首先呢，在这个相关的这个预算书当中啊，有几个这个问题可能需要部长再提供更详实的资料哈。是。那么也请部长帮忙哈。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在这个预算书里面有提到对亚洲开发银行跟中美洲银行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投资认股，啊，那么亚洲开发银行呢，其实还有捐助的部分哈。是。那我知道，当这个部长刚刚特别也说明了，这是跟外交有关的一些事宜，啊，所以基本上希望能够保留他的预算，不要轻易的删减嘛，哈。我可以认同部长的这样一个这个想法哈，但是我想这笔钱呢，看起来它经常性的发生哈，那么常常一发生了以后呢，对我们来讲，其实在预算的编制上也跨了好几个年度啊，那是不是可以麻烦部长进一步的提供一下哈，我们有关这两个银行捐助或投资啊，在这个从一开始以来到现在，它的大概的金额数字，以及我们所谓的效益上的更进一步的评估，好不好？哦，那么我想，这是我们这个预算是我们国家资源嘛，哈，所以用在这里固然有外交的需求，但是我们可能也要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到底这样的使用呢是不是符合了我们所希望期待看到的效益？好，这麻烦部长。好，那第二个部分呢，也同样的是在最近这几年度的预算里面，我们看到财政资讯中心。哦，就是财税中心哈，基本上呢编了将近40亿的钱，去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工程。那这个工程呢，我也绝对支持，而且实际上这个工作老早就应该做了。那这个叫做赋税资讯的系统整合再造，啊，那么连续编了好几年了，那么大概已经接近了尾声。今年的预算我们编了呢，大概6-7亿左右啊，那一共呢大概将近40亿。那我觉得呢，这个工作本身其实很重要，那已经接近尾声了，可不可以也麻烦在这个整个的计划案推行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进行的状况，以及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近尾声的情形呢，我们已经建构起来我们未来的整个的国税跟地方税之间的整合的系统，跟我们现在的状况之下有多少的改善跟改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展现，好不好？我这样口头先跟您回答一点点，是是，书面再详细的给你。是，赋税资讯整合再造，事实上上个礼拜就开始上线了。嗯，现在国税局全部用这个系统，虽然还要到明年底才全部完成啊，全部新系统。那这个新的系统大概就是几个重点了，啊，第一个单一税局了，每一个人一个税级。是，未来可以所有的每一个人一个税级，一个是所有的相关现在的各局的资讯都可以统一。一个纳税人的。同一编号一进去，你的地价税、房屋税、欠税什么都清清楚楚，单一税级了。是啊，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资讯全部整合在一起。嗯哼。啊，另外就专家系统了，那风险控管、异地备援，大概就几个方向。是。那我想哈，在整个是为什么要了解呢？就基本上就是说，这个资料的使用，其实会对我们未来在做决策判断的时候很重要。是。固然学术界其实有很多时候要利用资料的时候呢，那么财税的资料的取得，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有点困难。啊，哦，那么未来呢，在这个部分的资料库更健全以后，我也希望
能够跟学术界在使用上呢的一些便利性能够加以考量。那另外更重要就是说，我想部长呢做很多的决策都需要有些判断，哦，那么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资料库建立以后呢，在未来您在做决策判断的时候呢，它能够很快速的提供很详实的资料，对，让您在一个正确的资讯情况之下做出正确的决策。里面也有这样的功能，我刚才忘记讲了，对，就是所谓的主管的决策。对对对，所以因此我们这笔钱其实要花的哈，这个很有代价，所以是不是在这个部分呢也麻烦提供进一步的一些相关资料哈。那第三个也一样，就是我们记得呢，在上一次呢曾经提到这个相关的财政部预算的时候，有提到那个公益的彩券的回馈金，哦，那这个回馈金的部分呢，我知道这个财政部按照分配的办法，哦，其实分了一部分。那曾经呢在财委会开会的时候，曾经提出说它的执行率好像偏低了一点。啊，那么希望能够有改善，啊，但是呢，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这个回馈金的资料在我们这边出现了，但是并没有很详细的告诉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改善的成效。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也麻烦部长做个进一步说明？都有资料，就是反正公益彩券照那个法律来法律规定哈，那个有些比如说50%给健保，有些给地方的福利，是是是，然后有些给。给国民，对，那是那两个，一个是盈余的部分，盈余的部分，那我现在讲的是回馈金的部分，是是，那基本上我们都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盈余或回馈金来产生一些社会福利的协助嘛，啊，那我们知道在盈余的部分呢，连续几年下来，地方政府在执行上似乎都不是相当的这个这个有效率，那回馈金的部分呢，在财政部的这个部分呢，在历史的这个资料上也曾经出现过问题，哈，所以是不是这个部分？我想部长，你可以，你资料上你不用的，我只是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资料的提供，啊，让我们在这个看这个数据的时候，决定到是否合理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有进一步的判断，好不好？那接下来除了这三个部分，接下来我要请教部长的就是啊，一个比较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正所税啊，就像刚刚费委员在咨询的时候也特别提到，最近这一阵子啊，的确造成我们相当大的困扰啊，那么当然。我从部长的多次的答询当中，我也可以知道部长对于这样一个政策的这个坚持，哦，其实是蛮在意的啊，那当然我不去做假设性的结果，但是呢，目前我们毕竟是遭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上蛮大的声音，哦，但是我一直很困扰的，就是正确的答案到底在哪里？哦，那很多的委员的看法是说，只要是去菜市场去问了，民众的意见。就是他心里的真实反应，只要是心里的真实反应，不管你再有道理，民众不买，民众不信，你就没有办法去坚持你的政策。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中间呢，还有一个空间我们要争取，那个争取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找到更有说服力的答案。那我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呢，部长你在答询的时候，那个资讯的提供不够有说服力，那不够有说服力的就是你常常举了很多的例子，很多的数据都说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市场有怎么的变化 OK， 但是这样的说法呢，其实虽然告诉民众有了部分的资讯跟资料，但是它显然没有进入民众的心坎，它不被说服，哦，所以因此呢，可不可以麻烦部长我们再做一点事情，进一步的去证明其实正所税所造成的心理的影响或者是实际市场的冲击是已经过了，这个部分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不能够只是告诉我们其他的国家的市场资料是怎么个变化，更重要的是要从我们实际上从正所税一路下来每一天的市场交易量的变化之间，到底跟正所税这个变数的前后有多少实际的因果关系的冲击，我觉得这才是关键。但是我觉得很可惜，一直到目前为止，财政部似乎没有办法提出这样。我曾经问过金管会，金管会后来提供我的研究的报告也一样，只是告诉我其他国家的资料怎么变。但是其他国家的资料怎么变，不代表我们的市场的因果关系是这样。所以部长，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找出真正的因果关系？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没有这样，我们这个问题永远都存在于大家各自的立场跟这样的一个主张之下。那我会很担心，好不容易正所税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一个成型快要实施的结果，万一如果这样胎死腹中又被干掉了，我觉得这对我们的税制来讲是一个绝大的伤害。但是我们为了要坚定的去维护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实施的可能性，我们就需要更努力的去做好这件工作，让民众能够了解
好，那这个部分呢，我相信部长可不可以，部长财政部有一些研究单位嘛，是不是？当然，委员讲这个，老实讲不是挺容易了哈，因为股市的影响因素。其实我跟你讲，我今天如果不是在委员的身份上，我时间上没有办法控制。你可以做。我看到这一张状况，我真想自己跳下来，好好的去检验一下，告然后提供你给部长说，是这个答案是什么？很不容易，我们努力来做，来试看看，好不好？好，这最起码你要找出它中间的因果的关系嘛。因为你也知道。没有办法孤立说其他的因素不变，我当然知道，对，所以这才需要研究单位努力的去做这样的工作，要不然大家的心中都各自以一个简单的数据就来做过度的解读，对不对？那你又没有办法有这样说服力来告诉他说其实真正的有研究根据客观的结果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部里面可以花一点时间，好吧，是不是可以在这部分呢尽一点努力，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另外一个问题就要请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预算书里面编制哦，当然我们提到了最近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公保的这个拨补的部分了哈。那当然也延伸了我们最近这一阵子所听到的所谓的这种这个退休人员的相关的这个所谓的慰问金的问题啊。那我要请教的这个部长就是，从这个潜藏的负债。一共九项十项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它都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未来的财政的压力。那我也曾经有一次请教过部长，就是这个所谓的未来的压力，本来我们希望把它看到很久以后才会发生，但是我们从实际上每一年的年度预算编制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发现了这些未来的压力，其实在每一年当中都逐渐的在实现中。也就是说，我们在每一年的编制当中呢，都要把未来的一些的所谓的债务的压力呢，其实都提前到我们现在每一年的预算当中，我们要去付它了。所以今年我们又编了那个公债的部分，大概196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我要请教部长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几兆的潜藏的债务，其中九项到十项，到底有哪几项？是会在每一年我们现在即将编的这个预算当中会构成实际的实现压力的。您刚刚提到公保快要编完了，对不对？对，因为它是88年之前的，但是还有没有其他的项目？我曾经看到的资料是全民健康保险的本来那部分的亏损后来弥补起来了，国民年金原来的数字也比这个更大，后来降低了，我相信也是补起来的。那我要请教部长，到底还有哪些？这总要告我们知道啊。为九项十项可能是以后的，但是有几项是他们随时都会实现的，这个就会构成即时的压力了。这就是说九项的所谓的社会保险基金。对，哪几项会是这样？目前只有公保了。只有公保。哎，公保，而且公保哈，根据我们找精算哈，精算是精算，大概到135年起，全部国库。那国民年金的压力会不会还继续存在？国民年金当然它。事实上，它有立法了啦，就是说它的亏损，目前当然，就是说它原则上有营业税调高1%来弥补，但是那个一直都没有调高。对对，部长，我想因为我时间的关系，我要前讲就是说，因为这九项十项里面，到目前没有了。那如果都因为每一项几乎都是政府，如果再把那个我们最近的劳保问题加上去的话，也是最后国库来拨补，当最后的财务支付责任嘛，对不对？是。那既然这几项都是，但是在这几项都是里面，每一年会构成威胁的，你是怎么挑选的？哪些是应该马上就要实现，哪些是有压力的？其实要让民众知道，其实应该像公保的立法啦。公保88年的立法是什么呢？修法就是说，是88年以前的亏损，政府来弥补。我看到以后盈亏也有其他的是有时间限制。以后的盈亏自负，这样的话哈，政府的亏损就会越来，政府负担的责任就会越来越小。是部长，我想哈，我只是请你帮忙，就是在这么多项目里面，我们再把它稍微整理一下，看哪些其实是很短期之内就会构成威胁的。然后我们在这样一个拨补的程序上，到底他判断的那个优先的顺序是如何，好不好？是啊，因为这个会影响到马上出现的这个财务上的问题，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曾委员，部长请回。接着请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请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请廖正景委员不在，请蔡其昌委员。蔡其昌委员不在，请刘传豪委员不在，请廖国栋委员不在，请陈淑慧委员不在，请孔文吉委员。
孔文吉，孔文吉委员不在，请林佳龙委员。林佳龙，林佳龙委员不在，请叶怡金委员。叶怡金，叶怡金委员不在，请李坤泽委员。李坤泽，李坤泽委员不在，请杨丽环委员。杨丽环，杨丽环委员不在，请陈廷飞委员。陈廷飞，陈廷飞委员不在，请林正二委员。林正二，林正二委员不在，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黄伟哲委员不在，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蒋乃馨委员不在，请邱文燕委员。邱文燕，邱文燕委员不在，请江慧珍委员。江慧珍，江慧珍委员不在，请徐新颖委员。徐新颖，徐新颖委员不在，请邱志伟委员。邱志伟，邱志伟委员不在，请苏清泉委员。苏清泉，苏清泉委员不在，请林明珍委员。林明珍，林明珍委员不在，请黄文林委员。黄文林，黄文林委员不在，请陈雪生委员。陈雪生，陈雪生委员不在，请何新存委员。何新存，何新存委员不在。请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高金素梅委员不在，请刘建国委员。刘建国，刘建国委员不在，请管碧林委员。管碧林，管碧林委员不在，请姚文智委员。姚文智，姚文智委员不在，请肖美琴委员。肖美琴，肖美琴委员不在，请吴玉生委员。吴玉生，吴玉生委员不在，请徐耀昌委员。徐耀昌，徐耀昌委员不在，请田秋瑾委员。田秋，田秋瑾，田秋瑾委员不在，请吴玉仁委员。吴玉仁，吴玉仁委员不在，请李桂明委员。李桂明，李桂明委员不在。跟委员会报告哈，报告及答询完毕。委员潘维刚、薛林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财政部以书面答复。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财政部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亦请于一周内送交本委员会，并分送相关委员。现在进行处理啊，税出机关按别按项来处理啊，请任议事人员宣读，并请一并宣读委员之提案及临时提案啊。同时啊，我们现在来进行协商来。好，这样子好，我们十分钟以后进行协商啊，请财政部先把提案看一看啊，二十九案好。好，我们现在先其他人发个便当，我们请享用一下。十分钟以后我们再来协商。财政部主管财政部国库署财政资讯中心税出预算部分第十款，财政部主管第一项财政部206亿3077万6000元，第一目一般行政5亿0776万4000元，第二目财政人员训练4812万7000元，第三目促餐业务6746万5000元，第四目一般建筑及设备63000元，第五目第一预备金420万，第六目捐助支出1亿7350万元，第七目营业基金无列数，第八目或营业特种基金无列数，第九目投资支出2亿0469万4000元，第十目对公教人员保险养老给付补助196亿2496万3000元，第二项国库署1391亿4599万2000元，第一目一般行政3亿8177万8000元，第二目国库业务5亿8964万7000元，第三目一般建筑及设备64万5000元，第四目一般预备金134万元，第五目国债付息1286亿8061万9000元，第六目国债经理5亿6796万3000元，第七目地方政府统筹分配税款短少补助89亿2400万元，第十一项财政资讯中心
48万7千元，第一目一般行政4亿4482万1千元，第二目财政资讯业务13亿9241万1千元，第三目一般建筑及设备560万元，第四目第一预备金165万5千元。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提案第一案，针对财政部及所属各单位人士会向下奖金中有关退休人员之年终慰问金及奖补助会之退休人，抱歉，之退休退职人员三节慰问金予以全数删除，以准结公堂。提案人委员薛林、吴炳瑞、徐天才、林议员。第二案，针对财政部102年度预算编列月退休人员年终慰问金1397万5千元，三节慰问金217万2千元，属违法预算，应全数删除。提案人委员李应元、徐天才、吴炳瑞。第三案，针对财政部单位102年度预算编列水电会964万4千元。提案删减该笔预算58万9千元，提案人委员李应元、许天才、吴炳瑞。第四案，针对财政部102年度预算业务会编列1亿2688万2千元，中252万6千元之预算编列会，但于法无据，决议财政部业务无关，应全数删除。提案人委员李应元、许天才、吴炳瑞。第五案，财政102年度税出预算第一目一般行政项下设备及投资中资讯软硬体设备会1463万6千元，因国家财政困难，应准结支出减列400万元，其余由机关调整支出使用。提案人委员吴炳瑞、许天才、李应元。第六案，建议102年度财政部财政人员训练业务预算编列4812万7千元，减列193万2千元，维持同101年度预算编列4619万5千元。提案人委员许天才、吴炳瑞、李应元。第七案，建议删除102年度财政部交通及运输设备计划编列至63000元。提案人委员许天才、吴炳瑞、李应元。第八案，要求财政部自102年度起订定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绩效评量指标，并每季定期公布绩效成果，以积极督促并落实政府推动经济动能政策之目标。提案人委员赖斯堡、卢修燕、惠宏泰、罗明才。第九案，行政院组织改造后，财政部应研议如何提升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意愿，以提升国内经济动能成长。提案人委员惠宏泰、卢修燕、赖斯堡、罗明才。第十案，要求财政部自102年度起，将中央与地方之潜藏负债以独立科目予以揭露，确切执行本院决议，并遭公信。提案人委员赖斯堡、卢修燕、惠宏泰、罗明才。第十一案，财政部应积极与各医疗院所及慈善团体洽办电子化事宜，使民众未来遭报税时可以不用再减负众多扣除额证明单据，以达便民及节能减碳之目标。提案人委员会红台卢修燕、赖世宝、罗明才。第十二案，要求财政部应将企业相关报税流程与电子发票平台整合，以提升电子发票的整体效益，让企业降低营运成本及减少纸张浪费。提案人委员赖世宝、罗明才、孙大千、会红台。第十三案，财政部推动电子发票，希望能达到实体通路发票无纸化，财政部应要求国营事业全部成为示范单位，以有效推动电子发票政策。提案人委员会红台、卢秀燕、孙大千、罗明才。第十四案，针对财政部国库署102年度预算编列对退休人员年终慰问金三节慰问金99000元，属违法编列，应全数删除。提案人委员李应元、许天才、吴炳瑞。第十五案，针对财政部国库署单位102年度预算编列月水电会562万6千元，
提案删减该笔预算286万1000元。提案人委员李应元、许天才、吴炳瑞。第十六案。102年度财政部国库署一般行政项目一般事务会共编列985万8000元，为公文善达与扫描，为公务人员行基本职责与工作能力，却编列高达313万5000元，明显胡编，应予全数删除。提案人委员许天才、吴炳瑞、李应元。第十七案，经102年度财政部国库署国库业务预算编列518964万7000元，减列7.36%，删除预算4339万8000元。提案人委员许天才、吴炳瑞、李应元。第十八案，102年度财政部国库署国库业务向下国库及支付管理之国内旅会编列44万元。建议删除102年度财政部国库署国库业务国内旅会参访电子支付机关旅会编列至21万元。提案人委员许天才、吴炳瑞、李应元。第十九案，建议删除102年度国库署国库业务烟酒管理作业依据检举及查获违规烟酒案件奖励办法挂号查缉机关部分，规定应核发之奖励金700万元。提案人委员许天才、吴炳瑞、李应元。第十案，建议删除102年度财政部国库署交通及运输设备编列64万5000元。提案人委员许天才、吴炳瑞、李应元。第二十一案，针对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102年度预算编列月退休人员年终慰问金3000，慰问金96万元，属违法编列，应宣书删除。提案人委员李应元、许天才、吴炳瑞。第二十二案，针对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单位102年度预算编列指定会4685万7000元，提案删减该笔预算3928万2000元。提案人委员李应元、许天才、吴炳瑞。第二十三案，财政部分四年编列预算计划全面推动电子发票，总经费13.34亿，前三年已编列6.26亿。针对102年度推动电子发票所编列517111万9000元预算中删减7111万9000元，冻结1.5亿元，是102年上半年度整体推动电子发票执行成效向立院财委会报告同意后，使得动之以准结支出。提案人委员薛林、吴炳瑞、许天才、李应元。第二四案，为扩大电子发票应用范围及影响层面，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102年度共编列517111万9000元预算，建请冻结1/3，待财政部具体说明改善方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委员会洪泰、卢秀燕、孙大千、罗明才。第二十五案，财政部分四年编列预算建制财税资讯系统整合再造更新整体施政计划，针对102年度所编617386万3000元，删减7386万3000元，冻结1.5亿元，是102年度计划目标与具体执行成效向立院财委会报告同意后，使得动之以准结支出。提案人委员薛林、吴炳瑞、许天才、李应元。第二十六案，财政咨询业务原列139241万1000元。建议冻结设备及投资11亿9658万1000元，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国债中设立的设置方案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委员吴炳瑞、李应元、薛林，联署人林佳龙。第二十七案，建议删除102年度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交通及运输设备计划建书设备会编列至80万元。提案人委员许天才、吴炳瑞、李应元。第二十八案，针对财政部财政资料中心102年预算编列购置首长车辆1辆80万元，
基准企业预算原则，删除新购首长坐车80万元。提案人委员李应元、许天才、吴秉睿。第29案，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应要求开立电子发票业者，必须在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上提供完整的交易明细资料，括号。